把音量调一下。哦，音量调一下。先给大家说一下，我调一下这个东西啊，因为视频号这边出点问题，用不了。稍微调一下，大家先测试一下，测试一下啊。用这个架子吧。怎么设置的？我这个切换一下。微信的先预告一下啊，微信发不了了。都在这边啊，麻烦各位小伙伴儿那个说一声，我给大家说一下。先给他们群里说一下。大家也测试一下声音啊，测试一下声音。哎呀，发型就这样了，管他呢。给这边的朋友说一声。好，谢谢，谢谢这位朋友。临时出点技术问题啊，所以就暂时那个。声音 OK 是吧？欢迎大家帮我转一下，可能今天早一点，但我觉得这样天气好，天气比较好，天气比较好，所以就这边播一下得了。这个也会早一点，早一点呢，可能会有些朋友还在忙，大家帮我多转发一下。现在一方面是多转一下，再一个呢，如果声音 OK，帮我打个 OK。再一个，今日提问，认得这个 logo 的，可以打在屏幕上。认识的啊，认识的可以打在屏幕上。好，感谢，感谢犬蓝。哎，谁认识这一件 T 恤？这是当年买的，好多年了，就没让他们签个名。上来我先提问啊，哼哼，好，欢迎舰长。今天的主题啊，我待会儿会介绍一下。我待会儿会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啊？现在有认识的啊，痛痒，痛苦的信仰。下面你看英文是吧？只不过稍微反着呢啊。哎，哪吒闹海，对，他们以前的 logo 就是哪吒闹海拔剑自刎，这个那种不妥协，对吧？好多年了，这个 T 恤有。10年往上了，应该。没想到啊，10年前的啊，现在还穿上了。好吧，大家多帮我分享一下这个直播间，然后我们待会儿能唱痛痒的歌的，我们优先连麦啊。今天说一下内容，稍等1分钟，我预报一下今天聊的内容。今天聊的内容会比较多一点，分好几个板块，可能。连线呢就比较少，先不要连了，各位啊，现在先不要连，不着急啊，不着急，先不着急啊，因为今天我自己要讲的内容可能比较多一点，现在要考虑气息发言的问题，因为要连续说那么久的话，夏天可能会受不了，哎。预告一下啊，1分钟以后我预告一下内容。痛痒，你们知道什么歌？大家也可以发一下，知道痛痒歌的。好，感谢舰长。知道痛痒的歌代表作的，也可以说一下。他们其实新歌不算流行的，或者比较有代表性不多，都是以前的老歌。哎呀，今天这个，所以
还要点什么东西？哎，每次都要看一下这些东西要操作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微视频那边不播了，只在 B 站这边，只在 B 站这边。啊，西湖，哎，对，西湖还是他们很柔和的一首歌。对，我这就是在现场买的，不过不是从他们乐队那里买的，现场有卖周边的。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成不了哪吒，人家上面扎着两个小揪揪。啊，还有安阳，对，还有一直往南开啊，公路之歌，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对。这就开始赢麻了啊！我预告一下啊，今天晚上聊的话题有这样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企业的处境问题和就业相关的，说一说这块儿。再一个呢，是关于我们这个汇率区间的，最近大家也知道，从7.15、7.2这几个心理关口，现在7.3了啊。对，再见杰克。那个开头很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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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新的课代表。企业处境和就业，第二个汇率问题啊，汇率问题，汇率也得分两边看，确实也不好说一竿子打死啊，它有现实的情况。然后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待会儿提醒我。再一个就是我们涉及到真的是给什么样的机会做什么事儿，因为好多时候在视频里，大家都说，哎，你有些不是关注的小伙伴进来就是你这个提老提问题啊，大家都是老提问题，方案在哪里？方案这事儿不好讲，但是如果可以的话，稍微讲一讲方案的问题啊，我能想到的方案问题啊，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三部分就是我认为的，我觉得促进消费。还是我支持发一部分消费券和资金补贴的这个方向，但是要定向，如何让企业受益，如何让消费端起来，现在必须直面这个问题，不可能回避，不可能单纯的按照原来。包括这个第三部分，我还会提一点，就是现在到底拉动房地产怎么样这个争议的问题，好多人说这个还得回来拉动它，还得它解决。其实不是行不行的问题啊，是能不能的问题。那么这一部分如果不行，涉及到解决的东西啊，这是第三块，就是解决方案，关于房地产，关于拉动消费。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但是我们可以，我一直要说一点，就是我们还是整体积极，我是希望好，而不是说只在那里，咱们叫，对吧？因为有些相关的这个。部门啊，也是不允许只是这种在旁边去说事儿啊，不允许你阴阳怪气啊，咱方向还是要解决问题，尽自己绵薄之力，对吧？14亿分之一的力量，这是大方向。总体上就这么几块啊，回顾一下，第一个是，就业和企业的处境的问题。第二个汇率的问题，第三个，我认为现在对消费和房地产的解决问题，啊，对，还有又要说公众号，知道公众号的两个帮我打在屏幕上就好了，每次的必然操作啊，地产圈下半场还有一个，对，闲言碎语不让讲啊，感谢苟活哉，苟活，这是我们自己的粉丝了。谢谢。这几个事情，待会儿一一的聊一下。所以今天中间呢，如果要插我三个部分中间各留1、20分钟，咱们呢大概也不会啊，有可能三个就是10分钟，就是一共半个小时，大家来聊连线的事情啊。现在先不连麦了，好吧？皮皮啊，稍微等一下，你在群里早说了，我也知道。稍微等一下，不着急。有问题可以大家先打在字幕上，好吧？我们先不连，我把事儿聊完，我把事儿聊完，咱再去连，好吧？我到时候会提前给大家通知。好，谢谢。
啊，天热，哎，大家端午好。先从题外话开始，粽子吃怎么样？咸肉粽受得了吗？蛋黄肉粽受得了吗？我就吃巧克力的和红枣的和蜜枣的甜的，粽子这个咸的呢，火腿的啊什么那个受不太了，稀奇古怪的味道啊。现在一个是月饼的黑化，一个是粽子的黑化，简直啊，简直，对，最近熬夜加班比较多，眼袋是没有办法，光线问题，粽子不一定都是咸的，我在南方是吃过，但是我受不太了咸的那种。这个巧克力味的粽子已经过季了，之前流行过。好吧，咱就1分钟之后说第一件事儿啊，不提醒总是忘。第一块是什么？企业和就业。有问题的，有什么疑问的，大家可以打在字幕上，反正间歇性的我看一看，一会儿就想起来了。也不是说加班，就是事儿多了。最近有一个无奈的现实是什么呢？事儿解决不了什么，这个必须得说。反正这个行业大家都知道那个处境，解决不了什么，但是活儿呢还得干，有一点比之前还得忙。包括前一阵儿跟朋友还要跑调研，所以确实是有点折腾。哪来汤唯？这是哪吒。哎，今天想推荐书的，我们也会穿插一个环节，书的介绍。哎呀，没有拿来，我把周其仁的书给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在会员群里给小伙伴们发了一下，忘记了，我今天又翻了翻中间土地的这块，还想写相关的介绍。啊，刚需买房的事情，我们第三段开始聊啊，第三段开始聊。前面已经有过一个预告了，建筑细分行业有哪些可选择？这个有点宽泛，跟你专业有关系。建筑这个领域，化身张雪峰老师，今天是不是搞点在线专业选择答疑？咱就业这块就先从这里聊，好吧？哪吒这个，有新的朋友不知道的，去问痛痒的那个，知道痛痒的那个哥们儿。其实今天这个事情叫时政热点，必考题的回复啊，刚考完是吧？中考、高考的，大家要遭一番罪，不是啊？听我聊就行。企业和就业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本来是在写这个稿子，我就今天就是我们就展开说，可能比后面出的视频啊说的要展开的多，包括。张雪峰打击的这个新闻这个专业，包括很多的行业目前的生存环境，我先说一个大方向。其实不全是说哪个行业填坑啊，在历史上怎样，应该说你不能摆脱大环境的周期。在现如今的这个情况下，大多数行业它都不好。外贸进出口、机械制造、生化环材，还有人说所有的文科，也包括新闻。新闻呢，这个专业呢，我觉得最明显的点是没有新闻。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们目前看到的消息就两种，第一种是通稿，所有正常的、正规的、正向的和想让你知道的正常的通稿的消息，当然咱举手支持赞成，不能多说。第二一种呢，就是说纷繁复杂的各种信号和信息，但是呢，也是你越想听什么，越给你投喂什么。人现在是反过来，自己把自己包在信息茧房里，而这两者都不需要深刻跟踪、深入报道和评价，而深刻的跟踪、报道、评价和真实的反应传播是新闻的一个核心。所以这个专业在本质上是没了，在现状下，
你去看到我们举例子，布林肯来了，你一定看到的大概就是两种，第一种，哎，每个 APP，资讯类的 APP 点开前面的前五行，你们自己看，大家都知道。第二一个呢，就是各路专家的解析，反正他们也只能捡着能说的说，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除此之外，也就是这么回事了。那么相对而言，我再说，比如说，目前这个西方的水深火热，你看到的也是水深火热。说韩国这个楼市崩了啊，是崩了也好，是没崩也好，反正是那个样子。韩国不婚不育的这个，你就只看到这个，其他的点你咱也不好去分辨，反正你看不到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切入的，就是给到你的。只允许什么呢？第一个给框架的信息，你必须按我这个来。第二种呢，叫做在这个框架下，你们照着自己开心的编。比如说，还有俄乌的问题，还好有些话题是被讨论，但是任何主流的声音里不好讲。就是那么个情况，就是那么个情况。是客观中立吗？我没法评价，我也没去过乌克兰，不清楚。但是你听到的反正都是一样，但是大家从逻辑上推啊，你像新闻这种专业，它就没有办法存在太核心的基础逻辑。那么来说企业这块儿啊，咱回到说，其实现在解决就业靠企业，但是企业分两大类，我们认为第一类是资源型的、垄断型的国企啊，以及国企延伸出来的。其实国企就是体制的一种延伸。这个我们必须得认同、认识它，因为你不管是铁路局还是烟草局，它就有铁路总公司、烟草公司、电业局和电力公司、电网啊等等等等。所以三代烟草人、三代铁路人、三代税务人、三代电力人等等等等，国企这个是一个管道。我之前分析经济和货币政策和政策其他的相关的财政政策的时候。在去年，前年，不是前年，都到18年了。我写过这么一篇文章，这个危机问题在哪儿呢？这个管道它只有管道里面受益，它外延的去利益分配是很难的。这就导致不管这些企业再好，当然可能它上缴的利润很多，也有的企业是巨额亏损啊。中石化那个领导上街的那个时候，让大家知道，不管怎样。它能解决的就业和利益分配，只在这个管道里很小的一部分。对，现在有200万人，所以这一批你指望他解决就业，他其实是传承，就是现在70后、70前、70后这批到00后之间的代际传承，这只是一小撮人，它是一个饼或者一个管道，从核心往周围扩散。但是它有个很明确的边沿，就这么大。那么剩下的七八成的利益分配、就业、收入的问题靠谁解决？靠民营企业。但是民营企业的问题又在哪儿？它的处境非常差。民营企业的处境差呢，大概有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块呢，咱们先说，它所处的处境中的上游，上游的原材料。上游的主要的供方或者是他的大甲方，就是他的客户，是集中在我刚才讲的很多的从上到下的，到地方的这个体系和体制和它的外延，要做的都是官僚资本的生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是没有话语权的，他是非市场化的。所以民营企业去年我就在讲难在哪，结不到款。发不了货，批不下手续，竞不了标，诸如此类的问题，或者是被极端的压价。那么好像有少量的这个民营企业有做大的，你各个领域对吧？比如说宁德时代啊、比亚迪啊、这个美的啊，是吧？等等等等啊，海尔啊，什么格力啊，这些榜上有名的大企业，包括那个福耀玻璃啊。诸如此类，所有做大的都会有个问题，做大的马上去卷他的上游的供货商，压着货，压着款，等等等等，压他的成本，
这就这是一种情况，就是要么是，这是上游的状况啊。大多数民营企业，我们说大多数的，其实是籍籍无名的，是榜上没有名的，不是大家知道的这一两百个、两三百个都不解决问题的。各位，广阔的还是中小的民营企业。那么上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中间的政策，因为它所在的地方的政策的限制。地方资源门槛的限制，我随便举一个小的行业，比如说做光伏，比如说做一些机械设备的加工类，你在当地的手续政策，环保、消防这都不说了，小事儿啊，发改这些方面方方面面的东西要打通的成本，和各地的这种怎么讲呢？重复建设当年用的低成本的。什么土地啊、政策啊、招商引资进来的这些，扩张的产能在市场上面临加剧的内卷，同时政策还不好说处级，这是中间企业中间要面临的，在终端就是消费不利，消费者呢，都去这个，对，格力之前是珠海国资委嘛，后来卖给那个谁一部分股份，这一部分呢就是终端又是消费不旺。回款不利，这一块儿就是卖不掉，或者是价格体现不出来。我们的消费，大家也不用我讲，对吧？所以现在放看就是上中下三段，上面核心的东西，核心的资源资本，和中间的规则和下边的消费，三个上中下对民营中小微企业都不利，所以它没有办法，它不好了，它承载的就业就差。很多时候，我们今年应届生出现的问题是什么？说太内卷了，好不容易这个本科毕业或者大学毕业了，甚至是研究生毕业了，然后呢，发现企业给开3500、4000、5000在大城市的工资，怎么生活？五险一金不给全交啊，没有双休，什么这个996，这都不是事儿。为什么这样的情况下？因为那些企业它负担不了，它也没有扩张和增量。他就要拼命压缩这有限的成本，大家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被激化的是什么呢？你得去搞企业嘛，有事儿责任都是企业的，比如说女性就业、生育保障的问题、公平就业的问题，活该是企业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企业的处境如果处在一个半活不死的状态，没有别说增量，它维持现状的利润没有的情况下，它拿什么？给你，当然有人说，哎，这个资本家不好，咱先不说他主观上不好，他有没有能力？因为市场化，大家其实我们这边不太习惯理解市场化，总觉得市场化好像就会让富人一切都为所欲为，市场化也会有博弈定价的，也会有买卖供需的，也会有劳方资方的平衡的。以市场化需要的是法治透明和保护。有那个透明清晰，一个是好预期，所有人对预期好判断，这是我讲第四点。其实企业的处境不难的地方，预期不好判断，劳动者没有保障，这都是跟市场化和法治有关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劳资矛盾。就像有些事儿，婚育率降低，你老去说两性冲突，它真正的问题在哪？凯恩斯的那个。流动性不足，就是没人来补两边的损失，企业和劳动方都是这样，他没有人来补他俩的损失，他们两边一块被压榨，企业没有核心的空间去拿出来，能承载什么？咱也不说它好坏，市场机制会去调节的。你去看越南，他如果用工的时候，他也得讲涨薪，他也得从1600人民币涨到2000人民币给工人。对不对？你说他的处境就好吗？他那个线，电线没接好，那么这是一方面，就不用引导。那么前面这个上中下三段说完，我刚才第四段说的企业难的，民营企业难的第四点就是清晰的预判。从所有的不管是金融、国际金融、投资，所有的这种生产扩张、招商引资、外资应用、内资投资，怎么样？信心是什么？啊，对，这里有朋友已经说了，和稀泥什么的，这个我不讲啊，这是你们讲的啊，不代表。
我接着讲正能量啊，真正的信心清晰，清晰是什么？我之前视频和文章也写过，清晰就是像对你这个人有预判，知道你是个什么人，不要变来变去的，不要突然有一天怎么着了，大家总在猜什么样情况下能清晰。我不认为西方就好，它就清晰，我只认为法治才能清晰，你西方不法治，你也清晰不了。所以清晰的这个事情，让大家叫有迹可循，有规可依。我能预判这个人，或者说我这个体系会怎样。比如说，之前香港为什么是很大的金融中心，新加坡是干不过它的。也有人说上海我要取代香港，各位掰掰手，实话实说，香港有独特的地方，这是它的优势。后来为什么新加坡快速崛起？它的司法体系，它的这块儿，我不认为它没有问题，我对它的研究有限。但是看了他的一部分政策和不叫政策，就叫法规和要求，它是清晰透明的，而且还有一点，它的道德风险和腐败成本、制度成本比较低，这是新加坡快速崛起。我不能说它取代香港，因为香港有咱坚实的大陆在背后啊，所以有自己的优势。我想说的是，新加坡崛起就是法治的清晰、可判断。有的时候我们总会讲这个人好坏，事好坏。你想想，千千万万个企业，千千万万个企业主，数亿的劳动者，复杂的体系，你单纯说是谁好谁坏，论道德就是在混淆。道德是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倡导，另外一码事儿。咱先把兜底的这个事情搞清楚，清晰可判断是企业。你这里说的不光是咱的民营企业啊，你全球的企业要吸引过来。它也要清晰可判断，这里就回到开头的新闻这个专业为什么没了？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我们也清晰可判断呀，我这不知道的这些消息都自洽吗？有些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好判断，我们不好判断。那么其他的人是为什么判断的？你会去观察。感谢各位朋友的这个支持啊。我们先不连线，我把这段说完，然后我们再排连线啊，谢谢大家。所以这是企业这块的四个影响的因素，四个影响的因素。所以延伸到就业上，我们总想的，原来大家记得，全是国企那个年代叫企业办社会，有医院，有幼儿园，从到小学、初中。从电影院儿，什么旱冰场，澡堂到方方面面，反正全都给你管了，对吧？大家看那个漫长的季节里，有医院是吧？整个厂子什么都有，厂就是那个城市。之后呢，这种习惯在民营企业上，你得通过法治和市场化来调节，他该负担什么，清晰的兜底的东西，政策要求到，但同时呢，通过竞争，你说有些方面我们产业处于一个不是特别好的状况，它没有在国际上还没有站到那个头部，你发展不到那步，你一开始怎么去完善，把劳动力成本全提上去？我单靠法治全给你提上去，最低工资给我往上提，我把企业的成本背上去也不现实啊，从经济学角度。但是30年了，改革开放30年，加入世贸20多年了，有些东西有些空间。我们能做到哪个地步？剩下的还是要市场。再有一部分福利不能缺失的是，不能全丢给企业办。比如说，哎，这个企业它对劳动保护，它对这个工资待遇，甚至说叫现在裁员补偿，动不动就去仲裁或者怎么样。我想说一点，它本身就缺失的部分，如果利润达不到的情况下。生存困难的情况下，你有没有想过，有一部分责任它不全是企业的？我们通过税收，我们的实际税收税负率，不评价啊，我没有看着一个非常详实的数据。在这样的税负率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考虑一下这些税怎么用、怎么分配、哪些用在福利上，而不在那个光在那个局限的我前面提到那个小的管道上，三代电力人是吧？三代烟草人。什么三代这些传承覆盖的挺好，其他的人怎么办？然后是劳动者和用人企业的利益冲突吗？
所以这是真正的第一段的问题。普遍的劳动者、大头的消费者、普通人，他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有没有能力去消费，你跟他的就业、收入、待遇有关系，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方面。然后，今年的这个应届，1158万，可以说到今年，我坦白的讲，就在过去两年，一个是客观上有一些条件啊，不是很流通，不好，劳资双方都赚不起来。但是到今年，我彻底的能体会到一些，我也去学校转了一圈，看到前些天就是看到很多学生在拍这个毕业照。我猜他们脸上倒是没看到多少压力和苦闷啊，想想年轻真好啊，还是祝福他们。但是必须得承认一个问题，他们面临的真不是说他主观上不努力或者刻意躺平这么一个状态，他们面临的真的是可选择不多、受打击很多的一种状态，所以他们的有一些消极或不满意。是可以被理解的，即使考虑了主观上应该努力的这种元素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而且再一个就业，我们说传导到刚才讲，幼小这个学校体系啊，9年制义务教育或者是 K12，咱们叫是吧？这12年的这个教育里的人就业也会受影响，这2年是入学的高峰。但是这2年入学完了以后，后2年、3、4年、5、6年就开始减少、减少、减少。你想想，16年的孩子是目前最近的一次出生人口的高峰，大概是不是1864万吧。在那以后，去年是956万。所以后面的中小学，我觉得总算是一个要冷静下来的领域了。社会不再养着和惯着的。首先就是这个领域，这也是一个就业的延伸。就大家不要觉得什么旱涝保收，不多，不多。我想说，这个我以前总打比方，这个饼的外沿儿，先掰外沿儿。如果这个饼要碎掉的话，先掰外沿儿，核心的不掰啊。这个大家理解。同时呢，怎么说呢？像再选择专业，你说今年高考完了，大家又看到很多关于高考的信息，大家在看张雪峰啊怎么样？我有时候也看一看，看的不多。他讲的内容上说白了就是，他可能把所有的可以粉饰的东西全摘掉了。他已经说到了最一针见血的，不管对错。只是奔着那个最现实的地方，一点水分都没有，这种状态抛出来以后是容易引争议的，因为确实让人不舒服。这个倒不是说利益既得利益者，而是会觉得很多人也会觉得压抑，这就是他的现实情况。接下来老师有很多的是合同制了，因为他必须得考虑你现在再扩编制，你后边怎么减？有，大家要知道，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知道。所谓有编制的人是非常的硬气的，他不是说对外的这种骄傲，他真的要跟你真到时候要裁他的时候，跟组织上那个是相当，他会去各种找的，不是那么容易，抗性很大，所以现在根本不敢再去扩编。你扩编以后，接下来要缩编，紧接着就4、5年。当然，他会在各个城市之间分水岭、分化，有很多的大一点城市还是扎堆儿，还是会好一点。但是我认为那种盲目的东西已经没必要了，应该，而且我认为应该，这个领域不能完全市场化教育啊，咱们总是这么说，但是你也不能完全的纯，非市场化，因为你不需要这么多人嘛，不需要这么多人。我一再说，从学校到学校，并且获得了一种无上的别人。言听计从没办法，要么就是小孩子不懂事儿的，远离社会，这成为人们的追求，就是我让别人看我脸色，但是我可以不看别人脸色，也不是坏事儿，人性。但是这个领域过分放大了，就是大家对他的看法
带了太多滤镜，是非理性的。我认为啊，尤其是我经历的这些范围环境，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看法是特别非理性的。我们这个领域，对。合村并居啊，有朋友提到了之前，当然那个政策跟这个没关系啊，但是它会有一些之前那一波叫做整合县乡镇的中小学，把中学都放到县城里啊，让你进去缩编，这是一个。再一个，以后的市场，我说一下专业角度，我们说完第一部分就结束啊。专业，选专业也好，选学校也好，你不往大一点的城市。是难的，这一点我同意那个张慧峰的观点。因为还有一点就是教育的市场化可能会比我们想得快。各位，我要提个醒啊，必然是这样。收缩是从幼儿园开始，因为这边人越来越少嘛，小孩子越来越少，逐步的往上是个倒三角，越来越收越窄，工业量越来越少。但是市场化将先从大学教育开始。我们多少会走美国的老路嘛？不一定完全的，但是会有一些，以后会学费贵，不见得会严进，因为还是筛选一部分基数，还是这样。短期几年内，这些扩张的大学，扩张了十几年、20年的大学，突然收编也难。他的教育，能接收的量在那儿摆着，但是市场化就是，既然我政策上不引导、不鼓励了。我不是特别需要，我也解决不了那么多就业的情况下，我要么分流去技术专业职业培训，要么我通过涨价来平衡，我减少补贴就是涨价。你看，当有些东西退出的时候，市场化就补进来了，补进来你就体会在价格上。而且这两年我还有一个不叫调研吧，就是去看了很多的这个。一部分这个消费的情况，还有跟朋友聊了聊，因为有些当年的地产引入是新区会引入一些大学的分校，包括一些大学城，它周围的商业，我发现一个问题，大学生的消费是比较高的，还是比较高的，它的门槛比以前高，这个高就带来一个养大学生，这是70后的压力就开始来了。养大学生需要的钱多了，回报肯定是往下降的，因为不确定，不确定，你乘个风险系数，乘个收益期望，一乘，哎，反正都降低了，你那个得不偿失。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很好办法。截止目前，所有在上学的孩子都还在努力，要接着内卷，要接着考试。但是残酷的是，在末端，在那个事情的第一个终点那里，已经没有解决方案了。就是你卷到大学，除非比较。拔尖儿的，一般是很难了，而且还面临着你的支出会上去，学费、生活费，都必须要。毕竟，现在大学生是社会化的，一个成年人在社会上工作啊，大点城市生活的人，你该怎样，那个大学生就怎样。大家在网络上都拉平了，你买化妆品护肤，他也买化妆品护肤；你玩游戏，他也得玩。你这个球鞋，他也得球鞋；你要他的换季的服装，他也要有；你的社交、外卖、餐饮、电子产品，他们也会有，只不过可能说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充分，没有那么高阶，没有都那么贵，但是都要有。你这一个月2000、3000啊，生活费打不住啊。但是你要知道，现如今开出来的工资真的很尴尬，大多数城市。我们都不用看，咱不要动辄以一线，一线又不高的，我知道，但是一线还在招人，还有，但是你很多的省会城市，你给出的收入大概就相当于他生活费多一点，这种感觉，学费是吧？这些东西的收缩和投入，渐渐的就开始了，大家自己生活费大概需要多少，或者你知道你周围。同龄人或者非同龄人在读大学的，他的日常不用说学费，他的日常生活费得多少？大家可以打在屏幕上打一波啊，我们大家感受一下。反正我看你仅仅是外卖加电商消费这一类的，网上买点东西就不少，对吧？是，可能我看现在大概其差不多过得去的，在普通的。
稍微大一点的城市，1500到2000，很常见，可能也就是那样，还不能太低。当然，你说有人1000能过，这个，以上这部分呢，就是我说企业和就业的问题，没有展开说专业和就业的问题，因为现在的专业就业，我其实到这个阶段，不光张雪峰，我们很多这个年龄段的人吧，大家都会被问到，这个就业方向啊，它的生态状态啊，怎么去考虑？不容易。而且确实有些专业，也不是有些专业，它有些时候跟专业没关系。有些领域、有些行业拼资源拼得太厉害。张雪峰为什么特别争议啊？是以前这些事儿没有这么严重，就是没有这么极端，因为那时候机会多。这么说吧，有资源的那孩子未必愿意去资源的那个领域，因为他别的机会也多，他市面上整个是在增长，资源影响的领域也宽。那个管道也粗，甚至这么说，全吸纳了还能再多富裕点，还有些不愿在那管道里混的，我带这个资源出去打拼的，资源和体系体制的这批，其实在繁荣的阶段，它也是扩张的，它也是创造的，当然没有市场化这么大，所以那个时候的竞争没有那么白热化，内卷没有那么程度，外面也是勃勃生机，对吧？又 想去小约翰，所以好的时候就都是看哪都是方法，坏的时候看哪都是问题，这个也有个宏观的情况在。所以今年没法给太多的意见。我们最后那一部分，第三部分的时候讲一点点建议，就是关于学和做和心态怎么去弄。我包括我在读书会上选择了很多跟心态方法有关的东西，也是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分享。我们到第三部分去讲，好吧？这样我第一部分呢，大概的企业和就业就讲完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对严选读书会的事情啊，严选读书会我们得放第三部分讲，稍微穿插一下，待会儿我们先连线，好吧？先连线。这一个环节连线3到4个人吧，今天大纲在脑子里，好吧？有申请哦，已经有申请了。刚才在按排名吧，对吧？我们按排名来吧。有，能听到吧？能听到吧？能听到先排上。，Hello，Hello，严哥，听到吗？能听到，你讲就好了。我想孩子问今年两高个考问多少分？题。想上什么学校？我不高考，我已经过了高考年纪了。开玩笑，假装一下风格。你好说。的，好，那我就提问两个关于经济的问题吧。第一个就是说，像我们现在不是消费力不足嘛，然后我的疑问就是说，一般按照经济学里面去理解的话，应该是在供给端去给发钱，不应该是给供需端去发钱。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理解？这个应该呢，是指的哪个方向的理论啊？我们就自己学业所限啊，也不见得能讲得通。就是你刚才讲的问题是叫，这种不好的萧条的情况下，解决供给端，补贴供给端，而不是补贴消费端，是这个意思是差不多就这意思，对的。吗？怎么讲呢？你看啊，现在生产这一端的，我们先说两个维度来讲这个事儿。第一个，生产端的补贴是什么形式？它和补贴消费端不是一码事儿。生产端不直接给钱，生产端是降低成本，比如说税，减税退税，对吧？降低制度成本、寻租成本，这个就是法治，对吧？再一个，也有补贴。就是我刚刚退税啊、退费这种，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中小微企业享受的那种定额的，对吧？高新技术的这个加计扣除在税费上，重复的可以，而且有些符合高新的条件可以2倍扣除，
有回音啊，音你稍微注意一下，有回音。回音然后再一个呢，制造这个生产端供给侧啊，你稍微调一下，你那有回音。嗯，好。你那边有回音。能听到吗？啊，能听到，能听到，啊，能听到。然后呢，供给侧的改革，你还得调一下，有回音。能行了吧？行了吧。我戴着耳机的。哦，那先这么说吧，我简单说。嗯。供给侧没有办法，不能叫，一般来说不是直接给钱。比如说出口。出口我们现在有那个反垄断不正当贸易，世贸组织的那种壁垒调查，其实各国都有，其实这也算一种，这也算一种。第二一个呢是，就是你直接给他钱，不如直接是降低贷款成本啊，这种一般普遍用的。那么消费端的是两种，一个是消费券的补贴，你可以把你麦关了。对了，你麦关了你就不回应啊，你想说的时候再开麦。消费端一个是直接给消费券，一个是我认为啊，就是福利兜底的保障。但是这个体系是消费券是简单的，给兜底保障这个事情三天两天改革不到位，会难很多。简单说就是这样。OK。啊，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现在的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你认为在 GDP 的宏观经济增速上，保八是不是会比较的困难？以及保八，就是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在宏观的 GDP 上，要是能够保住数字八的话，就是说，能够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有一份工作可以做，有辛苦钱可以挣。然后你对这个问题有大致有什么一个理解？就是能够保八这个说法，我觉得挺重要的。了解。我说一下，哎，你把麦关了就行。然后我保八这件事呢，咱先客观讲，比较难。这个麦还是有重复。第一个，我觉得已经很难了。而且我们要考虑一个实际增速，你要剔除掉通胀的话，实际增速要更难。因为现在有一个学术界的压力，我们的怎么讲，这些好多的专家持的观点是要维持名义负利率降低，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的增速其实是不太好统计。所谓咱不说保八，你五这个点是不是实际的，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一个呢，确实是经济增速每增长一个点，对就业的带动它是有个系数的，对人口寿命，对反正生活的肯定大家直观感受，经济增速解决一切。但是问题在哪儿呢？目前我们并不是想不想，而是能不能的问题。尤其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看到汇率，待会儿我讲，汇率 7.3， 你要考虑到以美元计价的汇率，这个GDP 的增速和人民币计价的，在市场正经市场上是有，还是有些区别的。这是第二个影响因素。所以单纯的说去保一个数，可能说那是确实是统计局在努力，经济整体也在努力。保难，我们的利率呢，接下来可能会有大的刺激调整，但是难。目前看不是不想，我觉得可能真的很难，得我们恐怕得接地气点看这个事儿，就倒不是你我，是整个大家的心态准备上。现在还在那个萧条，我们不能讲萧条，不能讲通缩，在这个 L 型的底部，我倾向于，好吧。好的，好，谢谢，暂时没有，不客气，我看看现在有几位啊，我看一下，因为哎呀现在人太多，看一下排序，刚刚在排在前面的朋友是谁。
粉丝先问啊，关注的粉丝优先问啊。我就记得你们两位啊，待会儿还有犬蓝，你们三位是排前面的。我们先把三位啊，温良君你先说呗。哎，严哥，你能听到吗？哎，能听到。我是一位就是大三的学生，现在是学在国内的某一所财经大学，然后之前是已经有过3段的实习经历了。目前我自己对新能源行业比较感兴趣，想去新能源，比如说蔚来这样的品牌去做一个那个销售，就相当于 4S 店的那种销售，您觉得如何？哦，其实它属于确实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我没有特别的了解啊。但我先说，现在还蛮内卷的，你已经有3段实习经历了啊，持续多久啊？能问一下？每一段基本上平均3个月左右。都是在你大几的时候？有一段在大二的暑假，还有2段是在大三，这样。哦，你曾经实践过销售这个领域吗？实际对，之前有一段实习经历是做销售的。吗？啊，有一个切入点，为什么想选择新能源这个行业呢？你的感兴趣的点在哪？因为首先，我其实研究过我们中国大部分行业嘛，其实各行各业也是已经比较饱和了。我发现，其实普通人，尤其是像我这种文科生，就没有技术那种，比较能入局的也就是大健康和新能源了。然后，相对于大健康，我还是对新能源比较感兴趣，就其实就比较简单。其实吧，我这么想，这个事儿可能是专业大于行业的问题啊。专业只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新能源车的销售嘛，对吧？新能源车在国内市场的需求，政策的补贴能延续到多久？就相对火热吧，因为其他行业都反衬的嘛，所以看似做这个领域是做销售或者进这个领域会好一点，它能持续多久？目前看还是有机会，因为毕竟在销售端体现出来的比较容易，比较直接一点啊。但同时呢，就是说，为什么说叫专业大于行业啊？我感觉就是如果你擅长销售，以前我讲过这个道理，擅长跟人打交道，喜欢去落实这些。销售整个跟客户灵活的互动，并且你容易从收益，因为销售的收益很直接嘛，获得直接的激励，比较看重这个，比较直观，因为你会有很多难处，很多人是受不到这个激励，他拿不到那个成就感，他就即使他能赚到钱，他也难受，他有的人就天生愿意去当老师，然后家长老老实实的跟他讲话。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实习和社会。打个比方，他的实习是师范类的啊。比方，他心里舒服。不管怎么样，你销售我看不上，因为我要给别人赔笑脸。你给我5万，我心里难受。那种就不推荐做销售。你不管是不是新能源，但是如果说你实践过了，而且你喜欢这个东西，你觉得目前我面临的压力或者难受，我能够通过那个激励来弥补，就 OK。就 OK，这个我觉得是问题不大，这是一个主观的选择，就这一点要大于行业，甚至因为你别管这个行业在不在红利期和赛道上，你不习惯那个角色，你进去很难受。同时呢，我也觉得现如今就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咱抛开专业讲嘛，因为专业影响不是特别大，能有机会先实践，先锻炼也好，作为一个切入点。但是有一点啊。做销售一定不要停止学习，不光是你这个车，新能源领域，其他的东西持续学习，你得常备另外一个发展条线的机会，这对你晋升发展有好处，这对你拓展行业的这个发展脉络也有好处，这对你拓展跟销售客户的互动也有好处。如果你能回答那些，你就是倾向于这个，我觉得 OK。应该说，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啊，好吧，好，明白，谢谢严哥，我大概也了解，因为我自己是高中自己在宿舍开了个小卖部嘛，
然后自己也卖过很多东西。我是觉得做销售过程中，就成交那一刻，你内心是很爽的，有一种内啡肽在分泌。懂了懂所了。以，哎，之前实习也是做过一段销售经历，也是实际的又感受到这种内啡肽又回来了。然后另外两段实习分别是做人力资源还有这个互联网运营，就明显没有销售那种感觉了。哦，所我懂以了。就是销售这个职位我还是蛮喜欢的，整体你印象需是要很那种积极清的。晰直接的刺激，它能很量化，这个是好事儿。另外，你现在不是大三吗？你可以早去对，接触，你还有一年准备时间，是吧？嗯，好，谢谢严哥。好好，那就这样。再聊一位，犬蓝，感谢你前面刷的礼物，那就还是。严哥，晚上好。哎，你好。就我就是群里的那个严粉啊，哦，他们好多都把自己名字改成这个了，然后我对不上，你说就行，行，这主要有三个问题。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也是最近比较火的话题啊，就是这个 AI 的发展。对于我们包括经济啊，包括就业，不知道严哥认为 AI 会对我们这个世界会有什么影响？这么大话题啊，我不专业啊。或者是好不容易怎用么了一说个呢？那个就 是，ChatGPT，还给封了，弄了个什么什么转 对，或换者版。是不说那么大的话，就说一些这个个人对他的简单看法也可以。我接触到的，现在我在想啊，就是你比如说金融这个领域，高频交易的计算模型和计算机交易已经是可以了。现在的金融的逻辑没改，所以我倒觉得它可以无缝衔接，这是我对金融领域粗浅的看法。怎么叫无缝衔接？其实叫有点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导弹上的芯片，坦克上的芯片，不需要纳米制程特别高精尖，算力够了就行。因为什么？金融行业的底层规则没改，你去看外汇的市场的套利。或者说期权的设计，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证券金融法规的制定，这些东西都不调整，都不冲击底层逻辑，所以呢，它的更多是帮助人去做事儿，能加强，这个加强的过程中可能取代一小部分写报告的人，因为对他来说分析取样嘛，但是呢，他解决不了做调研的人，这个我是这么看啊。那么，就是这些在一线的人是吧？一线的一部分，因为我都接触，做报告是一方面，套路化的东西，因为金融需要的是信用背书，是高精尖，是背景，是你这个机构的实力，不是你写那个东西的干活那个人。但是呢，每个领域的调研深入一线，你这个东西 AI 现在替代不了，没错。所以对。哪怕有一些机构开始是什么航拍结合 AI 分析，是一定会有的。比如说，你这个仓储，你这个产能，你这一季的这个东西，农产品大宗的生产和环境影响，它能进入更精细的计算，结合上 AI。但是，我认为人的调研还是暂时替代不了。这是一方面。那么，咱金融宽泛出来说，就是其他行业。已经在冲击很大，我都没想到新媒体成稿那么快，而且我还看了一个创业公司是做那个图片，其实图片这个生意一直有啊，生成图片不得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图片机构的人还是原来那些人，原来10个人打个比方，现在还10个，原来有设计总监，他现在还有设计总监，但现在设计总监干的是归纳、表达、人机互动。给这个大稿定方向，但他不用去画了，啊，他不用去做底层的策划了，这些东西全部给搞定了，所以领域很冲突。你包括这些新媒体写稿啊，这我看他们生成速度是挺快的，是挺快的。对，这是他比较擅长的地方，包括文字，还有这个图像，这些对
准确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这些领域，包括软件公司，尤其是游戏公司，他们就把这个，尤其是美工相关的这个岗位，都是大量大量的砍掉了，觉得还挺可怕的。那种长期渲染、大量渲染，你也知道，那种后期一做做半年、做一年的那种大制作，其实现在我觉得好多在图形理解上，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啊。人工智能反而它跟我们主观上感受是有点相反的，就是你觉得难的，它觉得容易；你习以为常的，它未必马上能做。互动的表达过程，目前我认为还没形成规律。如果形成了那种规律，就像那种操作软件一样，Windows 这种基础性的东西，在这个平台上建立一切可表达，那个洗牌的时候才到。但是又坦白的讲，我们没有赶上这一波。您说技术的这个先发制人上怎么对，样？还是？但是这个事儿呢，它也倒不至于说只能抢第一下，你后边能做，它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应该说它的跨度很大。他给了大家时间，而不是说你非得抄别人的。你干不出个95分的，你干个65、75的，你干你的领域的人工智能、人机互动，慢慢去提升就是。好，谢谢严哥。还有一个比较宽泛的吧，估计有很多听众也会有认识的人需要这个答案，就是，我有一个亲戚，他最近高考完了，然后他是学文科的，然后呢，成绩还不错，大概是 top 10级别的，然后但是呢，他像很多高考考生一样啊，对这个未来其实并没有这个明确的规划，都是之前都是说一直高考高考高考，然后弄了一个还不错的分数，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啊，就是不知道严哥对于现在这个大势怎么判断啊？就是说，在他没有主观偏好的这个一个前提下，怎样去选一个比较好的专业或者是学校呢？这是张雪峰老师的专业。啊 我觉得第一个多看他直观，我嗯，自己能啊。说的很简单啊。没有偏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缺乏判断依据。对，他没办法跟自己结合，那么这种东西你就抓好基本面，就是你不管以后学什么，你基本要了解的东西，自己先打基础。你不管学哪个专业，其实专业不要限制了你，哪怕你选了好学校好专业，想游刃有余啊，不能光陷在那里头，综合的学科基础，逻辑思维。人际交往，分析就是怎么讲呢？咱就说，甚至是说，理性挫折、情绪管理等等，就是这些综合的成长，开始进入了一个分水岭，就是他成年了嘛，对吧？想办法聊聊这些事儿，聊他现在解决不了，但是要有个这方面的规划，一二三，回避不了的东西，是吧？剩下的交给张雪峰老师，我们有请张雪峰老师连线。好，我再去看一下张雪峰老师的视 OK，频，谢谢严哥啊。还有最后一个非常快的问题啊，就是不知道严哥，就是现在这个包括股市啊什么的，或者其他的中国这个投资环境好像不是特别好啊，不知道严哥怎么看把这个资产转移到国外的这件事儿。第一个你可以看我往期视频，再一个转移这事儿吧，不好评价，它是一部分人的选择。你选了，一定有技术方面，我觉得问题永远办法和问题都有啊，都并行。对它其实取决于是你所处的境地，和状态，实力是其他的不用考虑，到了你能解决，不到你也没必要去解决它。你像我没必要考虑愁这个事儿，咱不到那个量级。好吧，好，其他看看感我谢往严期哥，的节目，都看了，好，谢谢，好，那就这样，哎，谢谢严哥回答我的问题，好嘞，再好见。嘞，再接听一位，再接听一位，之前排队的，排队在前就接听一位，下一个阶段，大家先可以
其他的各位朋友可以先挂断，我们到第二个阶段结束再去连线。就简单说话好不好？喂，严哥。哎，你好。我是你老粉了，我连过几次麦了。是吗？就是每次你跟我说完这些事情以后，我去关注一些相关的一些，也去看数据啊这些，然后发现好像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因为会思考的方面就越来越多了嘛。那今天我想问一些比较单刀切入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一半你没有说，就是那个离岸人民币汇率破的好像有一点太夸张了，它甚至超过一年来的预测以及五年内的预期，我不知道这个你是怎么看的。现在其实长预测都要重新调，因为第一个呢，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这个基础参考啊，这个锚定它的调的是超预期的，这是一方面啊。所以长期之前的长期判断或者是框架类的判断啊，是要改的，这个没有办法，外部环境也在调，包括呢国际贸易中实际的大家对这个东西的需求，就这个时候汇率呢是绝对拼实力的个东西，它有空间，不是说我非得一点都弹性不能有，也不是说必须汇率越高越好或越低越好，它是有空间的。但是你短期可以靠政策，可以靠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外汇市场的操作，但是总体它是拼实力的，所以外边环境调了，它必然也要跟着有变化。第二一个呢，因为双方是在逆向操作，美元还在加息，并且最近一次的这个通风的采访上，这个鲍威尔又说了一个，接下来还是会有，是不是中间就像那个音乐一样，有个空拍对吧？它本来都是大大大空，大家就觉得空是不是休止了？不休止，这个乐谱上没有休止符，空两拍，接着大大大大大，它还要在这个过程中叫音乐没停嘛？它在加，那么我们呢还在寻求另外一个空间。就是继续下探刺激经济这件事儿呢，很早以前有一批这个金融领域的专家说过一个事儿，就是叫刺激经济的空间还要有。我们且不说它不对错，这说明我们市场上有一种观点，政策层面可能也会有这么观点，就是要还要有空间接着刺激。也就是说，在我们持续降息、美国加息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可能还有下探的空间，接着用降息的方式增加货币供应的方式去刺激经济，这就是一个取舍，对吧？它没有优先去保汇率，因为接着刺激就意味着其实是冲击汇率的，降息是冲击汇率的一定程度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双方在 逆操作，也会客观上刺激市场的预期。第三个就是经济的走势，这是我前面说新闻我们得到的消息比较片面那个事儿有关系啊，大家可以去找找真正的 ChatGPT 问问答案。我认为啊，为什么是这么讲，就是它最终反映的是经济实力。两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会坚挺会回升，第一个你保持了一个坚挺的政策，就是保汇率。第二种，我没有保汇率，但是我经济回来了，哪怕我刺激了经济，我降息了，但是我经济回升特别明显，比如说在今年一季度去年末这个阶段你汇率会挺住的。但如果你投入了很多的代价没有挺住，市场对未来的预期汇率这个问题，外汇市场的预期是大于它现实的，是更夸张的，更明显的。所以我认为现在根本反映的是预期，现在的汇率一定直接反馈是以后的情况。就是今天如果大家看着要下雨，是这么讲吧，汇率的数据应该讲大家判断下个月要下雨，你会发现周围人昨天就已经穿上雨衣了，这就是汇率的情况。当然也可能说由于它太超前，一定程度上的超前，那么可能对两个月以后判断说哎，不下雨了，干旱，你会发现到这个月到下个礼拜可能大家又不打伞，又开始洗车了。举个例子，
所以它的前瞻性比较重要。他们的判断也不光是我们在市场上的操作，他也要考虑什么欧洲的局势，也要考虑双方战队，也要考虑综合实力，也要考虑什么大宗商品进出口。还有一个预期的判断是，我们如果要刺激出口，在如今选择进一步贬值也不是大问题。想当初我们曾经在八这个区间，但是我今天慎谈这件事儿，但我认为 7.2 7.3 这些什么心理关口不是很重要，在现在就这样，形势就是这么个形势，局面就是这么个局面。现在归根结底一句话吧，叫我们用了一些手段，其实市场从去年末到今年就在看我们，他看到我们实力上来了，政策效果好了，也会反映在外汇上。他看不到或者看到的跟预期不一致，他也会反映在远期的外汇市场上。就这么简单吧，这件事。大概就这样。还在吗？好像你那边信号不好。反正我说完了啊，那我先挂掉。哎，好。哎呀，连线结束啊！你们有才艺的吗？我歇会儿，讲了一个多小时了。各位粉丝团的朋友，回头优先连线啊，有什么要讲的提前提问，字幕区打上啊。哎呀，讲现在婚恋爱情的问题啊，没法讲，各位你想想现状。我之前讲了，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更难取到交集，因为没有交集，也没有人补贴交集，婚恋市场跟劳动市场招聘是一个道理，没有交集。哎呀，最近这个理发真差，这一次的这个 Tony 老师给的这个帮助不大。第二部分了，哎，接着就刚才讲汇率了，刚才这个问题提的还蛮好，这不正好就讲汇率了，是吧？怎么讲啊？哎，就一直出汗，今天这个空调我没上那边去开大。汇率的问题。我先关一下窗户，开着窗户开空调效果不好。这个马甲线问的这么直白，对中国未来经济有信心，必须得有信心，长远看嘛，我们还身在其中，希望它好，我们是希望它好啊，打的立场。最近跟业内的朋友聊完了，对这一点特别要强调，希望它好，绝不是说在看跌。这位连线的朋友，你是要有才艺的啊，有才艺的就连线。没有的我就直接关啊，有才艺吗？医美行业能听到吗？哦，你好你好。有才艺吗？哦，我是刚才连的吗？怎么突然就响了？没事，你要没关系，我就先挂了。哦，好的，好的，好的。OK， 没有才艺，抱歉。没事。剩下的三位有才艺吗？怎么还有？刚才是小麦的吧？有才艺的就连啊，要不然我们稍微等一下。三巡。今天有才艺吗？我没有才艺，我没有才艺。没事，连都连了，你就简单说两句吧。哦，我这里本来是要提问。啊，你讲。就简单一个问题吧，好了。我这里本来是要提问的，听的，有延迟。我这边本来是要提问的。你问就行。哦，我这边是，我是91年的，现在已经33岁了吧，然后已经做了应该11年的房地产。
然后现在我是在浙江鄂县一个城市。然后嘞？然后现在的话，行业非常不景气。然后现在我是考虑是要大跨，直接就不从事这个房地产行业了呢，还是继续从这个，我现在在做一手房嘛，从一手房转向二手房，从一手市场转存量市场。你二手说我房，现在是往哪里转好呢？还是你是做什找么别的专路？业的？你去转二手房，能听到吗？你从事的专业是什么？听不到吗？如果是营销的有比话，较我多只。的延迟。对，如果是营销的话，你也不用再补充了吧？我就简单说一下，如果你做营销的话，你能转存量的二手房市场，但是一手房和二手房你也知道区别比较大，而且呢，现在是这样，一手房市场和二手房市场的传导联动已经挺明显了，应该这么想，可能今年二手房还有的做，但是以前二手房很多是在靠分销赚大钱，靠二手房成交赚小钱。和出租啊这一块儿，但这些不好做。我倒是建议能转的话，商业类的招商运营啊这一类的专业，你如果做了11年，有没有这方面积累？那是比现在的二手房领域要好一点，跟营销相关系的。如果说我就是销售，说实话，转二手房也不见得特别好。我只能这么讲，目前尤其是很多城市的房价回调、成交量下降的这件事情，你看你所在的城市啊，你既然在这个领域，你不妨去看看现在二手房的成交情况，看看这些数据，看看板块，再说，就是实在不行呢，这也是个选择。我知道一手房，我也知道房企现在压力和状态是个什么状态，你选择面可能不大啊，不得不要去。去跨，但是二手房跟一手房的联动现在很明显，很明显，好吧。不过更多的我倒是推荐往商业地产那边去，如果可以转的话，包括销售，当然最好进商业运营啊，这是好的，属好于的，谢谢能量刘领哥。域。好，OK，还有人连线，稍微等一下吧。你们有才艺吗？有才艺就连啊，没有才艺就算了。有才艺吗？上来就问这个。不好意思，严哥没才艺啊。哦，那我因为你得让我歇一会儿，我有，要不你能讲点啥？现在就了解，就想聊一下，就是未来就业的选城市吧，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要不要去大城市去奋斗了，就是还是去小城市躺平了，就是这种样子。小城市能躺吧？你的情况，如果小城市能躺的话，再判断。其实是这样，大城市永远是一个叫安身立命、生活选择机会的一个拧巴的状态啊。每个人得失投入产出比不一样，但小城市是一个你归去的路径嘛，在那里你有躺平的资本嘛。这跟你的学业、专业、家庭、个人啊都有关系，你说呢？但是现在这种大城市就是大社会环境，现在都是存量时代的，都就是淘汰赛的，就看谁活到最后啊，就胜者为王这种状态就是。你要是刚毕业，我倒觉得可以去一圈，总不管经济好坏，体会一两个城市，我倒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现在有一个好处，这是我一个地域笑话啊，就是去哪里都挺糟，所以呢，不妨
转两个大一点的城市，给自己增加一些体会，再去小地方。因为反正小城市，它的机会也不至于特别抢手，也没有说好到怎么样。这是泛泛讲，除非你有特别好的这种路径啊，落地的机会，那你抓紧去抓，小地方也无妨。如果没有转一下，哪怕你用一年的时间，大城市去尝试一下，找找感觉，拓拓思路，也可以。我的这么一个观点，这只能泛泛的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就是已经在大城市待了很多年了，就是后面哦，你不是应届啊，你不是应届生，那自己给自己一个答案就好了嘛，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差别很大。你如果能找到一个小城市过得去，哎，我心态是泰然处之吧，不用非那么拧巴。确实，在大城市或者说你工作好多年，到对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有一个比较定性的状态了，你选择就无妨，只要你内心里减少内耗嘛，对吧？因为现在内耗没多少用，内卷没多少用。我是这么内卷也没效率啊，是啊，自己身体。自己也不好的，对，现在没增量嘛，就是你说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只需要调整心态，去一个你觉得压力小的地方试试。现如今啊，说什么都不如看看。我觉得这里家里有地呀、啊，然后种点菜这些，然后买点肉吃啊，一天也花不了多少钱，然后就进入低欲望社会吧。你这个叫，对你这个。你这纯躺平，我知道了，纯躺，哎呀，波士顿原理，纯躺是吧？也这叫什么？归去来此，归园田居，这个也不差，真的。如果你能 OK 的话，家里有房子，有地啊，自己还有几亩地这些，还有一口园这些都有。你如果会种的话，我觉得也无妨。这个实话实说，然后自己选择点自己开心的方式，就像外面风吹雨打，找一个安身的地方，寻求内心的宁静，过个一年再出外，我觉得是这个无妨。就以前张艺谋不是一个电影叫《活着》吧，就是活着，就是张艺谋以前的电影。哦，是余华那个小说改的，哎。是自己调整心态，我认为能去这个没有什么，因为现状已经到那个地步了，你在哪里不如换个好心情，过一两年再出山嘛，时间不会把你丢下子。现在年纪不是四十大，今年还是28岁还是。哦，这个时候你可以有一个自己对未来的判断，对自己啊，嗯。好吧，严哥，你后面想躺平吗？啊？我说严哥，你后面想躺平吗？还是想继续奋斗了？我呀，我是属于惯性，始终我不做这个也在做那个，反正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尝试新媒体啊，认识好多朋友啊，在拓展很多资源，包括搞这个读书会啊，都是自己的努力往前拼的这个状态。因为地产给不了我足够的成就感了，也没有办法像原来那样有高预期的增值收益了。这个坦白的说啊，很正常，只不过说处境上以前还 OK， 只能这么讲。但是我是需要动力和成就感的那种，我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混，这是我个人内耗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最近在读书会，前两个周、三四个周发了。每一期都有一个类似心理方向的一个书，就是说我自己内耗的感受分享如何化解。所以你刚才问这个问题，我第一反应是什么？人没有选择的时候，先储备一下情绪，别让自己陷在里头，天天那么焦虑，你卷了又没用，我不如转个好心情。就像这个，这么讲，这个磨损太严重的这个齿轮，这两年没有机会，我先不磨损它，我就先保养着它放那，等需要磨损的时候咱再踩油门，我是这么感觉。人各有志啊，就是你们山东那边不是都好爱往体制那里跑的，并且都是靠就是靠养、考公这些大省啊，
到时候全部给你扛。看个人选择了，这个就看个人选择了。谢谢严哥的解答。没事，好。这个最近很多朋友是在问啊，我先把读书会的事情回复一下。读书会每周五和周天更新，都在更，今天晚上也会更一期，正常更。读书会的入口有两个啊，但是最方便的你去我的公众号，大家也麻烦大家对公众号的这个两个公众号打在字幕上，一个是对，一个是关注这个技术平台的官方的读书会员中心，然后回复严选两个字，这是一个方式啊，关注公众号读书就是会员服务平台，在那里回复严选，这是比较复杂的，简单的方式请我们的课代表舰长把两个公众号，对，闲言碎语不让讲，地产圈下半场，这两个公众号的文章的末尾都有进入的路径，有个二维码，你识别了就能进去，有客服对接啊，能听到发布过的视频，而到期后你的这个期限就一年，因为我发起的这个期限就一年，在线上，你从你开始买会员这一刻开始算，这一天开始算，往后数一年，可以的啊，可以的。一个是地产圈下半场两个公众号，一个是闲言碎语不让讲，欢迎大家去关注这两个公众号。我的文章更新的还比较频繁，最近尤其是这个大号，后面都有链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就感觉这里要把第三部分先提到前头来讲，因为刚才汇率的事情也简单的概括了一下。对，咱不是说解决方案，因为解决方案跟各地有关系是吧？又跟高考就业一系列有关系。我认为啊，坦白的讲，就业方案不是让你在那儿闷头读书，也不是说只是学知识，但是这个东西它永远是。终极解决方案，对，然后听得完，读书会这个事情啊，每一期不长，就是我经常发些感慨，把20多分钟的录成30多分钟了，但是那些感慨想法是更核心的东西，就是不困在书本内容上的东西啊，你一个周还听不了两次，我现在每天还能看一章节的书，就是周其仁的书，我重新翻第二遍了。然后想说那本书了，翻那本书的，他都是分他的那个是一篇篇的文章，所以介绍起来不好系统的讲，所以我就没选周其仁的那个叫《城乡中国》。但是呢，回头我会在文章和会员群里把《城乡中国》发一下。对，我现在其实在悄咪咪的在做那个知识星球。知识星球的内容呢会尺度更大一点，我也会把这些东西往上放，但是我知识星球没有对外发布，大家看不到路径了，不着急，我自己都没学会怎么用，不着急，不要动动尺度，尺度是有风险的，我看人家直播财经博主直播都好简单，他就在那儿不用聊，他就在那儿这样就行，财经主，对，我这聊了一个半小时，有点嗓子有点疲惫。有回放。然后读书会的文章呢，我会把一个土地市场的内容，周其仁的一部分内容总结一下。我为什么介绍这个会发文章？绝大多数文章是纯原创。为什么有一类我要这么讲？因为大家注意，我纯原创的有些话题不能讲，但是周其仁可以。大家明白吗？所以呢，我不是要去搬他的东西啊，我其实是推荐他的书给大家，我推荐找其中一两块的内容，我把它整理一下，不用他的主要的内容，但我基本上加一些我的阐述放进去。为什么？如果我全是自己写了，那篇文章可能就没了，是这样。但是呢，以周其仁的段位，那就没事，你实在不行，你申诉，你把他书打开，我大概。这个思路至少风险，至少你的立场没问题，大家明白我意思吗？我语言遣词造句上得注意啊。汇率的边界和弹性
一带而过啊，我们进入这个第二阶段啊，把汇率的事情一带而过，早说第三阶段。目前的汇率问题，有人问是不是持有美元资产啊？你这么问的，这么讲，我们要在这儿聊的人，咱们都没大有什么机会去超额持有美元资产。国家是有外汇管理制度的啊，你不信，你上10个银行开个户，你试试啊，你加起来能有多少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目前的情况，五等小民多头押宝的可能性和机会不大啊，不大。再一个呢，实际上现在的名义利率确实已经挺低了，但是有一个好处还拖着它，因为我们的 CPI 不高，就是我们有一点点像日本在这个事儿上，有一点点，物价不涨。利率呢慢慢往下降，能降多少空间呢？能降多少空间呢？是吧？而且我再回到说，到了八怎样？其实我们中间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在八上下的。以前上学那会儿就长期是八，我上学那会儿啊，1:8，对欧元啊什么1:10，这个以前都是长期存在的，后来各自有变化，所以你现在说它的怎么样，我不好去讲，因为我们还需要更大的空间。这个空间首先不是守汇率，真的是正经要解决的，就是我们第三部分说的这个方案问题，解决消费，能不能给到更多的实惠，给到民营企业、中小微。我一直说，然后那也说现实中也给了很多。那消费端现在两种补贴，一个是消费补贴，消费券我直接给到，最好是无差别的啊，门槛尽可能低一点，不要限制这个限制那个啊。对，你们好多人，我插一句啊，你们好多人都吃着饭慢慢吃，边看边吃。我今天吃了两顿饭，但是呢夏天了，跑步嘛，稍微控制一下，就减少一下摄入啊。我倒不饿，狠人都这样可以不吃。回来接着说汇率啊，汇率这个事情呢、不，就是我们先选择去做的东西，对消费端的解决。再一个呢，目前确实出口从五月末这个数据开始有一个分水岭。第一个有增幅啊，我们不要动不动老去讲说哪就不好，不是的，它有一定的进出口总额的恢复，你得看同比还是环比。但是呢，五月份以来，整体的数据不是特别好。有一部分转口贸易还在增长，就是跑到越南去啊，是吧？但是越南呢，目前也就一般般，也有波动。因为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前面还是新闻学这个话题，今天跟他断不开关系，我们没有看到好多事儿。之前我们片面的认为，低端制造业外流就是灾难，印度和越南崛起就是问题，它依赖不依赖我们，我们能不能从它那里拿一部分人口红利，有没有机会也没讲。但是不能外流还是能外流，恐慌还是不恐慌，没大有主观舆论上的讨论。那后来又出一个问题，如果他们没脱钩，如果这些采购端的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买家没有特别跟我们怎么样的话，按说也不至于产能突然好多的出口少了很多，也是有政策卡着的。这个逆全球化不一定啊，各位，这又是一个导向问题。你说它是逆全球化还是脱钩？脱钩是双边的，逆全球化是全球都各自回到共产主义那个状态，各自以邻为壑，形成壁垒。这是两件事，是指逆你啊，还是全球都逆？我们慎重讨论。我所了解到的东西有限，我也不能去妄议啊评价。但是现在的处境确实就到了这个状态，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得到的信息是否充分，对吧？到底脱钩的影响有多大？那么出口贸易降息其实有助于出口再来一波，还
还有一个点，还有一个点也不能去躲避的，就是一定程度上消费者的国家，就是那些逆差大的国家，进口多的国家，很大程度上发达国家目前的经济也不是特别好，你得这么想。开始。你得这么想啊，目前毕竟美国加息，欧元还疲软，好多的东西大家都在拼实力，拼实力叫屏气凝神，有很多东西没有那么通畅。嗯，对，就有一点我要补充一下，不会完全脱钩，这是目前全球谁也没有这个实力。因为还有一点，如果要控通胀，就要控制低成本。低成本怎么办？降低输入性通胀。除了能源价格以外，还有什么？制造业的产品，你没有一个低端的全球低成本的全球工厂的话，没有完全短期内替代的东西的话，确实你其他国家进口它的这个价格不能太高，所以你说完全脱钩也难。而且还有一个啊，就是你又是跟这个新闻专业有关的。咱们有这位朋友说发达国家能不能吃老底，我认为啊，你得看是什么样的老底。发达国家其实已经没在吃老底了，有这个可能性。什么叫老底？吃殖民地，吃既有的势力范围。但是你没有想过，你没有看过这些势力范围，除了美国有拉美，嗯，但你说完全介入了，欧洲的还在纯粹剥削这个非洲吧，也没有完全的那样，就是他们自己在很多事上，他们的左翼是吧，欧洲是比较现在很强大，搞得他们真的很共产主义是吧，很那个，就是各种平等什么的，在他们其他的右翼势力没有反扑回来的时候，没有制衡的时候，嗯，他们其实现在主导的，你得想，他们这么支持乌克兰都，你别想他们还能去带头去搞自己的那个殖民地范围吗？法国的国民收入，就是不光是境内的，境外的那一部分，有一部分国境外的投资资产，这个是连年下降的。他怎么说法国在非洲传统势力，那你说意大利在非洲没传统势力吗？英国没有啊，早就降下来了。他的这些方面不是在纯粹的去吸血，或者说吃这种饭，他们的经济模式我感觉呢，内生需求、科技创造和福利本身已经成为内生。当然你说他这个能不能撑住，他多少是有些老底在的，但这些老底可能是他的技术，是他的人的生存均衡，国内外的投资均衡，他们之间彼此的贸易互补。但是呢，这个舞台上永远有人打破这种均衡，我就不多讲了。这种均衡的打破者不一定都是我们，美国也是，日本也是，俄罗斯也是，甚至是这个欧佩克也是，大家都在这个波动中。所以呢，他们在，所以你看啊，欧洲的汇率放松有两个，一个是还是美元强势的问题，美元不想让它完全的那个。第二一个呢，我觉得欧洲央行始终是有一点佛系，控制什么？欧洲央行强令，它没有办法，它国家不同，生产效率不同，储蓄率不同，甚至税制都没有完全的一致。福利待遇也没有完统一，但是呢，它的汇率是一致的，因为欧元是一种单一货币，它的汇率是一致的，所以它现在基本上欧洲主要在控制的是那个通胀，它的就业指标也不算特别强求，就是它相对佛系一点，然后呢，它放弃了一部分东西。你这么想，欧元有没有弹性区间？欧元对美元也降了，是吧？这几年我们看长期趋势也疲软。他也在放一部分，你说欧洲的央行可能说他比较松散也好，或者怎么样，欧盟怎么样，他的选择一定不是傻娃的选择，他只能说他的有些选择可能选择面不大，但你不能说人家
没有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在弹性，我认为中国的这个汇率弹性也不是不可以，而且不全是什么消极的，这个东西就两面的看。俄乌就不评价了，大家去看吧，现网上新闻那么多。俄乌起码看那个战局的地图是吧，你再怎么说它还有点真相。如果哪天大家听不到俄乌的消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有点风险了啊，有点风险。欢迎大家，我们来说进入第三阶段啊，好嘛，给缓一缓。第三阶段之前插播一段，第一个加粉丝团，咱们在 B 站多多唠嗑。第二点，公众号关注一波。地产圈下半场，闲言碎语不让讲，两个公众号，啊，中间来段口播，大家多多的关注。第三个，我的严选读书会也在公众号的文章后面，更多的内容分享，大家好多的问题其实都揉在那个选择的书本里，你可以间歇性的、选择性的听，那里头板块比较明显，心理方面的、财经的、宏观的、金融的，说管理策略类的、技术类的不同板块，你可以有侧重的看。刚才有朋友说那么多你听得完吗？你侧重着听，有的你可以当背景听，在锻炼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以停下来听，还有一些你可以配合着那个书。凡是我重点推荐的书，各位我都在那里面特别说明了，就是我推荐你看纸质书和电子版完整版，我会说这样的书不多不多啊。咱们说到解决方案，我们就先从新能源开始。今天问的朋友也不少，包括现在这位，这个十级粉丝，新能源下乡概率多大？下乡总有一波概率，足球都下乡了，新能源的希望也有，只不过我们的传统的乡镇这一部分的消费相对来说它比较稳，它比较稳，其实下乡主要是依托，注意啊，是乡镇县乡这一级的终端。我看过很多这类的地推在县乡的，各地是参差不齐，大家不要觉得这东西一刀切下来就怎么样，不一定啊，但是会有的地方管用。宏观汇聚起来，假设啊10000个镇啊，5000个县，举个例子，可能有2000个有用，可能有1000个是平平，啊，这个就不多讲。这些是会有，它跟之前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什么乱七八糟，但唯独有一点不下乡，房产是乡镇原地就在建，搞得有点多。但是我们这里讲乡镇，讲另外一个解决途径，就是资源的轮转。这个事儿呢，在去年，是去年还是前年？大家记不记得一个词，叫做这个事情？给大家画个重点啊，画重点了，画重点。好久不聊了，什么词儿呢？叫做建立资源，那个词儿叫什么？要素市场化，要素交易的大市场，统一国内大市场，大家还记得吗？其实要素市场这个事情很重要的资本土地确权这件事大家一直在做啊，我们一直在做确权的过程中不能走歪了。确权其实是给农村的土地流转提供机会的两个方面。第一个，很多地方的土地指标它其实用不了建设用地，因为它欠发达，发达地区指标又不够，两边均衡着来，两边均衡来是不对的，是低效率的。我不能讲不对，它有些政策倾斜给一些后发地区，那么它的指标一旦可以交易，优势的地方、发达的地方、需要指标的地方要给这些地方补钱，帮他把农业也好，更精准的集约化的城镇建设也好去提上来，这是一个流转，这是一个很好的作用，我认为是这样。当然你得确权，有人说那不是产权不一定，你使用权，你贡献的这个就像碳减排一样，碳交易一样，
你的标准、你的这个土地的使用，你这边的农用地腾出了更多，它是不是可以保了耕地？那我把这个指标卖给你们，对吧？我保耕地的这边卖给你们保工业和保商业的那个用地指标的那些城市建设，腾挪起来。同时，这个过程中还真是流动资产减少对乡镇的剪刀差剥削，你真正把好处落给人家，农村农业，而不是说我只是电动车什么下个乡，你让人家流转得实惠。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一直是有比较大的这种，我们人多嘛，国家大，空间大，你向什么要效益，你就得给什么以利益积累，啊，不是利益刺激，抱歉，你不能总是靠剪刀差硬去掠夺，对吧？你现在让城市的人去买工业制造品，啊，不，这个农村的人买工业制造品。他们的收入和福利，他们的收益途径在哪里？这个流转，那么还有人说，哎，流转会不会造成兼并啊？不是那个意思啊。确权之后，我们好多的使用权可以集约化，在这个地方仍然是做农业，效率高。第二一点，我有些指标可以卖，反正地是卖不了的。你打个比方，你中西部的一块土地，好好做你的农业，你腾出来的耕地指标可以做交易，对吧？上海可以买你的，他补你的钱，而不仅仅是对口支援那么简单，流动起来，这个是另外一个大基础。我认为是和，发消费券是一致的，这个过程。还有一点，我认为现在要对中年青年，尤其青年人的一些补贴，就是。去教育技能培训，有人讲，直接来个叫什么啊，职业化教育，就说白，你们都去职高技校算了，我减少高等教育录取。其实我认为不是这样，我们纵观福利体系，不是单纯给钱，还有一种就是有很好的系统的劳动补贴。我们现在有一个话题不好掀开，是什么呢？有一个失业的培训，这是各地从街道。到区都有的一个责任，统计你这个失业的人口是吧？我们说那些门槛啊，什么样才符合失业？你失业了，我还给你提供再就业的培训啊，教育帮你找工作，这些也有。但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件事儿啊？注意什么呢？就是他实打实的这种系统性的职业化培训，你可以给到年轻人进一步的这种培训。哎，这头发不知道怎么弄好了，接着讲，就是。落地的有用的有效的培训，你真正的是给到他。你说大学教育了，我再培训会不会浪费？不会。其实劳动者的持续教育，你到四五十也是有，而不是形式主义。我不是指的形式主义那种，就这个方面的东西是给该给，不要忽视小看大家的创造力。这个东西给青年人的这方面的就业补贴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不是只我前面讲企业的处境不好，给企业怎么补，是吧？退减免，创造了更好的营商环境，关键是清晰的法治、可预判的未来，减少制度成本和寻租成本。那么你给就业者、青年人这种，除了消费券是普惠的，最核心的，再教育、再培训的机会和途径。这一块要多一点选择。其实现在为什么说有些专业什么天坑，实际上错配，大家找不着路径，找不着机会的时候，你说怎么弄？你说怎么弄？哎呦喂，把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方面的补贴是对的。那么这里啊，当然这位朋友问了一个，在大学里学的东西不就是就业所需吗？我们坦白讲，我们目前的大学教育不一定。知识型的，包括很多其他国家的教育也不一定，就是大家都是知识型的，你能理解我？你学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但是它不直接解决你就业技能。而且也不是光这位安晨良问的，说企业的要求更高了吗？也不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
它可能是脱节的，但我来反映一个就业市场的常见的情况吧。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之前好的时候，包括市场好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应届生在招聘以后发现什么呢？大家有一个粗浅的概括叫能力不行。其实你说不是他学识不行，而是能力问题。那么这个能力是个综合的东西，你单纯讲人家没有能力吗？不一定。他系统性解决他就业所需的那个职场技术，他缺乏，这个是一直以来就有的，这一点不要被经济衰退所给概括了。啊，中间终于可以唱歌了，我先歇歇啊。其哎实呦，教育没过剩，我觉得是我们个人定位还是要补一下，市场上的教育不够。好吧，终于有才艺了，请开始你的表演。好的，好的，今天有伴奏啊，我给大今家天介有绍一下，伴这奏。是我们的群里最擅唱歌的，每一次的才艺担我当。的天呀，这个太恐怖了，这话一出来。没问题，有很多新朋友不认识，就认识一下你们。好的，好的。好，先开始，我去拿那水。就唱完了，我们再聊其他的吧。行啊，你主要就是唱，咱别聊了，好的，好的，有什么需要聊的群里聊。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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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那拿今水。天唱的是这个《鸿雁》啊。我的天，鸿雁。天空上对对排成行，江水长，秋草黄，草原上琴声忧伤。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今夜。
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OK，今天就唱到这。哎呀，你就说我来的这段笛子接的准不准吧？准，咱别管真吹假吹，是吧？让大家给他鼓掌，给 Michael 鼓个掌。好的，谢谢。谢谢，那我就先下了。OK。这些人说我假吹的，你们就说这一段卡的准不准吧？我泡了一杯胖大海冲过来，正好赶上吹笛子，对吧？唱得很好 ，Michael 唱得很好。每一次直播其实都有他的惊喜带给大家。为了，其实我直播有一半是为了让大家听他唱歌。这是爱尔兰哨笛。不玩了啊，这东西我不会。我为什么买它啊？是因为那个夜愿 Nightwish 乐队有两首歌用到了这玩意儿，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他们吹出来那个音效跟咱这个不一样，我觉得这跟钱没关系，因为我看了有一个乐队吹我这个同款，可能他那个就300多，我这个不到200，也不至于差那么大。嗯，你很懂啊，卡点很好。嗯，对，爱尔兰哨笛推荐给大家。上链接，我说个数，今天就是要给家人们送福利，不要998，不要98，只要9.9，包邮到家。好，插播结束。反正你就说准不准，像不像，对吧？各位，哎，上链接，321，没有，我倒是想是这样，回头给大家征求一个意见啊。中间我们10分钟闲聊，即将进入下个阶段。反正按着目录来讲啊，大纲来讲，第三个阶段是，关于就业和消费的解决方案。我一点点粗浅的、不充分的想法，在那之前，我们中间插一段啊，插一段，上不了链接。我为什么喜欢在视频号里直播？视频号可以放商品，就是后台可以挂商品。但是呢，跟各位讲，我也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商品，想了很久，就先这样吧。啊，回头我随便挂一个东西试一下，大家不用去看，我技术上可能会尝试啊。但没关系，我只是了解一下这个途径。但确实有必要的是，多种经营尝试嘛，这个多种恰饭尝试嘛，嗯，好，然后呢，我们这样了，说完这一段，我们还有一轮提问啊，今夜月色如瀑啊，到时候等你回答问题啊，这还有一位啊，连一下，连完了我们再聊下一个啊。你好，严总，是连到我了吗？对，好，看你一直在排队。哎，有什么问题吗？有才艺吗？你也要唱一首？问题有一个，然后等会儿有呀，你先问我来自哪儿吗？哦，来自哪儿？哎，能听到吗？可以开始继续了。咦，我这里有个小电视。嗯，能听到吗？估计卡了。那要不我们等一下啊，稍微等一下。
怎么就以为，哎，刚才好像你连过线了。好啊，其他朋友先暂时不用连了，我们待会儿下一个阶段再讲啊。哦，你讲，严哥听得到吗？啊，能听到。哦哦，我就是我比较关心就是严哥的一些个人的一些问题，因为我是从公众号那里先看到严哥的文章的。但是不好意思，要先说一下，我们不聊个人问题，不聊直播也好，视频也好。这个光宣传了啊，这是原则啊。好吧，好吧，就是希望、那希望大家关注严哥的公众号吧。啊，是连言碎语上讲和和那个地产圈下半场。好，严哥的文严哥的文笔是非常好的，然后他能够抓住问题的矛盾。好，谢谢严哥。好吧，这真不是我安排的啊，这是他的肺腑之言，谢谢。天哪，还有一位，大家先不要排了，就这样了。你讲，请讲。哎，好像我这边卡了。你好，能听到了吗？还是听不到是吗？我听不到，那就再试一试，可能没开麦。啊，那就这样啊，我们不等了，继续给我感觉的方案。首先说现在的这个现状，不要指望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千万不要认为，因为一定是矛盾的取舍，一定有矛盾的取舍。那么核心问题，我认为是先要让利，从尽可能的普惠去解决问题。但是自古以来，好像改革中解决普惠问题的，必须是非常剧烈的情况下才会有。但我认为前瞻性的去了解一下，去提前选择，提前释放一下，留点空间会好很多。哦，你那边宾馆信号不稳定没关系，可以打字提问待会儿。那么我为什么说我不是光去讲措施一二三，我想说是为什么消费券这种东西呢，它实际上是个小动作啊。消费券不是大手段，因为持续直接撒钱不太可能，但是提振眼前这一部分消费的话，包括现在我们之前讲什么国内的统一大市场，包括内循环，它建立的前提是什么？我们的市场能承接一部分我们的产能，你得对得上。原来都是有朋友提问，待会儿我再说保交楼的事情啊，前方进展，待会儿大家提醒我啊，这位朋友直接属于付费咨询了啊。我待会儿讲这个措施中，我先把内循环的讲完。你自己的产能需要接得住，因为第一个外溢的部分可能有一部分是脱钩，还有一部分呢是其他国家它本身经济和消费也疲软，因此这一部分产能它没有办法，这是第一点啊，这是消费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还有一个产能过剩，这个短期内不太好解决，就是各地是有重复建设重复上马的，各地的园区为了招商引资，因为它是以各自的行政区划为界的，不仅仅是省啊，各市之间也有这种。那么你不可能短期内直接把这企业砍了，现在有一个政策叫能不招或招的就尽量招，就是招工，我们会给你一些倾斜，各地等于重复加强了一轮，大家明白我意思吧，加强了一轮对产能过剩的保护。但现在没办法，你要保就业，但是你保就业其实也要保消费，什么能直接给消费，你现在没有办法马上关停并转，大家注意啊，没有办法马上砍掉什么什么，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把需求端你给些钱刺激，这个钱会流到这些企业，消费券好歹不是现金，它会 流到这些企业，而且消费券低门槛，千万尽量减少那个差别。消费券总不能按编制和没编制，正式工和合同工来区分，对吧？这是一个相对普惠的，会有一些振作，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前面讲的那个资源转换，解决城乡的剪刀差，让乡镇的土地流转确权，这是有的，这是有的，一直在做，但是我认为可以更广泛，因为我们的城市产能、生产效率、生活质量、收入还是聚拢型的、扎堆的，越大的城市越好，这一方面越好，所以大家所有资源和人一股脑的去了。那么乡村怎么办？乡村振兴不是年年去扔钱那么简单，你给他的新的机会，你把这个剪刀差稍微变小一点啊，我们讲变小一点，在这个过程中，去流动起来，这些要素蛮重要，土地确权使用指标等等，集约化的耕种也可以把相关的这个农业收入提上去。现在农业是人均收入低，但是呢，农业又必须要保，对吧？这是一个。为什么综上这两个，包括第三个，我之前一直在讲降低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这个寻租成本、制度成本，你要解决是激励问题。任何措施不是说我抛出来讲，哎，今天咱们就这么着，又一刀切，又正反，这个也不行。你不解决激励问题，你落实下去的过程中就会出什么问题，大家知道吗？落不下去，因为没有激励，没有利益推动，从地方为政的土地财不是财政收入的到企业主，你怎么去激励这个问题？你解决的问题是这个降低成本是一种激励，对吧？让他愿意去做这件事儿，有利可图。你让利于人，还是要讲到你普惠的。这么说，100万在那个管道里就这么分了，加剧了变化，还是主动打破这一点最难，这一点最难，因为从上到下自己改革，你恰恰要解决激励问题。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给他一个清晰的路径，不然的话，很多地方现在发达的地区财政收入也开始出现不均衡。各位可以去看各自省里那个经济好一点的城市和经济差一点的城市之间到底咋样啊，自己的去调配，这个划拨或者是什么什么转移，这些东西是眼下的。而且越是到了疾病的时候，人越是只顾眼前，但是你越只顾眼前，你未来的隐患越大。所以这是我觉得去法治清晰，去建立这种长远的激励机制，你不给大家松绑，大家就继续以邻为壑，继续按照这个小组重复建设就往下走，眼前就很难。尽可能的普惠性的东西会好，从这个管道里拿出来一些福利上，再一个就是福利保障。我一直讲福利保障不是养懒人，我们距离养懒人还远呢，好吧？这样我先插一下刚才这位朋友的提问啊，就是叫保交楼这件事情，是吧？看一下保交楼啊，这位留言是前方进展如何？这个话题有点宏观啊，我观察到的地方是这样，逐步的复苏有这么三种情况。第一种呢，有些地方从一早留下了一部分监管资金没让动，这个资金呢就没有被这类企业抽到其他项目上去，也没有被他的债权人拿走，还在缓慢的建设。比如说你假设今年的这个合同期是今年12月份，他可能给你干到明年12月份或者明年6月份8月份，但是呢他这个进度能看得见，这是第一类啊，我只能泛泛的讲了。第二类呢，目前债权人对企业总体的诉讼保全要求正在跟企业做博弈，比如说房企说我这个就摊到这儿了，是吧，盖到一半或者是盖到封顶或者盖到啥样，债权人也要兑现，但兑现的过程中会有个问题，如果你现在就把它给弄死，实际上这个流转不起来了，大家都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反过来是房企债务在怎么讲呢，就是债权人不得不去妥协，不得不去妥协，逐步的去想办法，但这里总是最难，往往它卡在哪儿？它有大量的债权人，
包括咱说农民工施工单位一层层的分包啊，总包材料供应商啊，乱七八糟的都有，包括客户银行的贷款，包括信托的他们的要求进驻关注，大家在排序平衡，这还是一种比较常的情况。就这种比较焦灼，这种比较焦灼没解决之前，哎，这是个什么东西，点了没用啊，哦，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选择呢，不好意思要设置一下，好吧，不管它，不会点。然后呢我们接着讲第三种情况，第三种情况目前是城投接手各地啊，你要知道干活的亲儿子，上阵父子兵，到事儿上该扛的，城投去接手了一批，我也去看过这样的项目，它的交付周期呢相对还行，已经开始了，但是呢城投也是在有选择的接，一方面呢你得赚起来，钱得赚得动，这个项目的基本面不能太糟，底层的这个风险债权不能太乱，第二个呢这种就是大户比较多，各地开始有计划的分配一部分把它保了，这是区域性的，这就是全国性大房企的这种项目比较多，能正常把它建出来，能正常，而且它当年呢这类项目的土地价格还可以，可能说如果能按现在的售价出还可以，但是会有一个风险，这一类就是城投接了也在建，他可能说比方说二十个盘吧，他接了其中六个八个，打个比方他在做，但是如果这一部分容易出问题的是，如果这个城市的价格现在就松了，而不是现在 L 型或者阴跌这种情况，以价换量还行，你现在直接松了，他后面的话周转起来也会难，也就是说盖完了就是负债，只不过这个负债在转移，这个负债在转移，因为那个房企它就是没有办法，你能怎么着，你能把那个谁谁怎么着啊，每一个都是这个样。所以呢归根结底目前楼市上第一个债权人的理清排序还在进行中，只不过好多事上没有再持续报道，就是大家都担心你那点钱是先还谁，你拿去钱到底有没有接着盖，我真的让步了作为债权人我没有办法，你到底干没干的监督，我和其他债权人可能是互斥的，我是略后的，我忍不了，等等的都有可能，这是一种。再一个，谁持续再投入，如果不是城投平台的信用资金进去，谁再去给你投入，监管资金的钱不够怎么办，所以呢这个事儿就我认为不是三期啊，刚才有朋友说你就可以粗略的分这三种情况中间切一下，就是五五开，五五开目前看。但如果主要城市的价格出现大的松动的话，后期的债务风险会很大，这件事儿跟城投说白了这个代价是谁付的问题，是最后消费者能不能接住买单，继续从银行把款贷了慢慢还，还是那个循环，还是说城投接过来就放在那里，或者是打折去变现了，那他的这个债务投资这个亏的钱怎么办，谁来承担，显然地方还在博弈呢，所以呢这件事儿目前有点还有，你今天所有的话题我们都回到了那个新闻这个角度，就是有很多东西大家并不是特别直观的看到，如果我给你连篇累牍的，当然我们去看这个专业每个楼盘怎么样也有点枯燥啊，也有点枯燥，这是我们整体目前保交付的三种情况，当然我也给你一个参考，假如说你的这个项目没有明确的接盘方案，就是现在开发主体的问题，没有其他的公示和调整啊，你对接的人不管你是他供应商还是说你是他的客户，我自己的房子就烂尾停在那儿，没有接到新的通知，如果还是原有的情况的话，怎么讲呢，目前会比较慢，会比较慢，但是同时你会看到有些楼盘会被往前推，现在是有点就是能雇多少雇多少，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每个人可能每个月你有正常收入，你发现哎呀这个月有三张信用卡还有两个什么
什么白条，什么花呗，要花要还，那你平衡一下，还要加油，可能还要咱说这个自己交社保，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花费，你自己平衡一下，财政现在就这么个情况，地方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地方也有个动力说你怎么让我债务再循环起来，不然的话这一波责任似乎是我在卖地，咱往前倒，就像两个人在那掰扯了很久，这个事情由什么而起已经很遥远，这是我们对这个事儿的一个看法，保交楼的看法。远洋的话，咱坦白的讲，远洋的话，你还是看现房实景吧。如果那个盘是一个大盘，比方说啊，一共有五期，现在都建了四期半了，我觉得还可以看，但最好最好是现房准现房，其他的不好多评价，不好多评价远洋的项目啊，这是一个特点，现房准现房的状况，或者说它这个盘很大，一共一百栋楼，假设你现在就是这五栋了，这种我觉得可以，而且它的房子呢，看平。他肯定不会有溢价，我认为现在啊，相比于他上一期来说啊，肯定不会有太大的溢价。就说到这些，因为具体点了一个房企的名字的不是特别好啊，在业内去太多的说不是特别好。杭州呢，我觉得亚运会的空间早都已经兑现完了啊，我们不要从市场去找亚运会对楼市再有什么支撑，大家明白吗？这个寅吃卯粮了。杭州早已经寅吃卯粮了，没有必要再去说这个亚运会之后房价怎么样，它现在该怎么样，它之后还是怎么样。淄博的前景是这样，淄博的城投债和这些吃财政饭的人的状态会好很多，楼市就是那么回事儿。我可以给他们讲啊，目前呢，建新环球在那边问题不大啊，这个城市也确实做的在。叫现有的牌人家可以说尽量打好了，但是大环境在那儿，它大规模，它城区里还有老城区，我去看，大家知道我去淄博赶考，去看那个老城区，包括这个铁路板块的这些火车站板块，那有好多大片还没有拆，我倒是真的建议就别拆了啊，有些东西不要大规模的拆迁了，你那个新增负债没有，它算是环境大环境里这个样子里，能给自己名誉上弄到比较好的城市，只能这么讲。他再发债也是之前发债三月份马上就那个，很快就被抢了嘛，因为他人家名气确实好，但是单靠烧烤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只能说能解决一部分信用借新还旧。买房置换的好机会，很多人都在问，我不认为，我直白点告诉你们吧，我不认为，我以前说的比较婉转，还有大量朋友反复问，我认为我不认为是个好时候，当然除非相对来说你资金比较充裕啊，你杠杆比较少，你换个二房或者是就是大房子，你没有太多的负担就可以，但你一定不要过于乐观的估计自己收入的稳定性，除非你有一个特别我们不清楚，你自己有个特别稳定的逻辑。成都的房价其实参考武汉吧，新老区域能稳住啊，咱就尽量稳住，但是他们两个城市都是典型的，这个城市绝对不可能拉平，千万不要参考周边考虑自己的价格，也不要参考过去，明白，成都是这样，不要参考你过去的市场价格来评估现在。我最近好久没播了，忙嘛，这不赶上端午给大家聊两句，聊的比较多，那这嗓子也那个，到底干啥了？感谢各位的礼物啊，反正他会提示我，我完成了一个啥任务，那好像啥任务完成了也没有什么意思。对对对，刚才这位朋友也说的很对，榜二就是
你如果买真是改善，你别琢磨那个什么，你千万别琢磨算账的事儿。你可以改善你买啊，你千万别算账，你算不过账来啊。不管是房价平还是房价跌，你加了杠杆以后，这个跌是放大的，只不过你不像期货市场一样马上能感受到，你只不过是用债务在慢慢去化解它，你就是在还债，你绝对在现实中兑现不了你那个收益。高兴又怎样，可会高兴又怎样，嗯，对吧，大蜀山政务区又怎样，我不是说没有好房子，我是说你千万别算账，懂吗？你千万别说我又要改善，我又要这个房子将来增值与否怎样。嗯，我就这么说，四月五月增值的，三四五月增值的，会在一两年之内怎么样波动，咱们想一想啊。现在能撑住是挺好，能撑住是挺好的啊。合肥更大范围内的新区里也是有要接盘的这种项目，也是有难以为继的项目，它核心区域还行，我只能说期望成都的核心区域、合肥的核心区域能稳住。苏州其实已经领跌过一轮了，我们也直白的讲，有朋友问苏州啊，苏州领涨也是他当年领跌了一轮了，不信各位自己去翻翻看啊，肯定有分化，肯定有以价换量，也肯定有微跌的。你比如说有些房子起价29000降到28200了，你也看不出来啊，那种咱就叫微跌啊。哦，这个朋友榜二问的这个旧书发黄了咋保养，我给各位指一下啊，之前有很多朋友问你这个书为什么都包着塑料纸，是不是买了就没看过，我给各位讲，我就是为了防尘防止它这个发黄，我把它包起来了不看了，看再拆开，我是有一点洁癖，所以我就不停的包了拆，拆了包，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其中很多书已经翻的比较旧了，那没办法，那没有办法。哎，上海的嘉定不用说，它肯定是在降，因为嘉定这个区域有点太远，是吧？比青浦啊，应该还不如青浦硬，你懂得，是吧？那上海那句话那个词儿用来形容这个怎么形容了？忘记了，忘记了。这会儿我怎么好像一直在回答弹幕的问题啊？我那个解决方案没说完，咱们就业的问题。苏州主播准20000的房子，现在160不到，不清楚你这个差异在哪儿。上海中心你真敢问，你敢问我也不敢说。内耗的书，你看哪方面的内耗？我给大家推荐理论上的经济类的和博弈论的，这两个我都讲过，大家去找一下帕累托这个均衡、帕累托最优这个方面相关的文章和书，它比较适合解释内耗的临界点，就是内卷是怎么形成的这个临界点。你再早看，你可以从这个不管是盐铁论呢，不管是君主论，这东西方的视角去看的，也可以看看宗教是如何平和所有人。我这里这样，今天我们既然讲到这儿，我稍微插一点额外的话题啊，以显示这个书不是白看的，对吧？说到哪儿咱就是哪儿。宗教在于解决内卷方面有什么途径呢？宗教呢，是不管是罗马化时期、希腊化时期的多神教咱就不说了，在罗马化的时期，哎，突然换话题了，注意，突然转弯了啊！罗马化时期的一神教的崛起，对吧？不管犹太教还是这个基督教啊，在这个罗马的废墟上逐步建立起来以后，但是到中世纪时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卷的问题？就是土地的改革的问题。领主战功的，跟着皇帝打天下的，有功勋的领主往下的这些群体，他们自己的自给自足的这种分割的农业收租体系和特权阶级建立在农业极少的贸易这个环节上，逐步开始啊一些贸易。宗教怎么推动这个事情呢？就是减少内卷啊，有机会将来再讲希腊化的事情，众神的世界嘛。这个到中世纪这段是怎么样的？第一个，宗教汇聚产生了大城市，
最早的像德国有个亚琛是吧，什么这个法国有个图什么来着，还是什么卢什么的，反正那些宗教大城市有那种千年大教堂啊，什么八百年大学的那种学那种地方。意大利的北意大利的那个叫是那不勒斯还是什么，反正这些城市的跟宗教汇聚的跟商业相关，哎，沿河两岸什么这种，最早呢城堡领主辖区啊，自己的这个采邑，采集的采啊，干邑的邑，红酒那个采邑地区，就是说白了他从中收粮食收税收徭役的这个地区，他对上交的少，他自己这个平衡，其实他们各个区内是内卷的。这个内卷并不是说有人不安生，那时候农民还不自由啊，还是半封闭在这个土地上的。但这个时候呢，大城市首先是推动了一部分，是因为宗教而起的，提供了一部分这种基础。宗教的宽容呢，有一部分包括新教的改革等等，会加速了人们把他流去的心理负担和宗教审判和门槛，解放了一部分自由农民啊，原来叫不自由农民，你也不能叫他农奴。第二一个呢，原来的产业经济是内卷的，我看过一本那种经济的书，我忘记在哪儿了，中世纪的一些经济研究，他写的很好，那本经济书是什么也没讲，他全都是当年记录每一个这个辖区每一个领主的采邑区有多少人，有多少个面包房，有多少个水磨，养多少头牛，什么样的经济结构能承载多少人，宗教移动法庭多久，管着一大圈，为什么都有一个均衡。但是那种内卷是最后你会发现它人口的增量上不去，那么在这里上不去，它在城市就能上去，因为城市还有多了一个宗教改革之后的行会，哎，行业协会，手工业者开始在那里聚集。而且还有一点，宗教赋予了一个自由人的流动性，它减少了内卷。我讲了这么多，你发现宗教在那个时候给了一部分自由的好处，不全是这个启蒙时代之前的那个收个十一税啊人头税啊叮咚一下见上帝啊什么上天堂，也不是，就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宗教起到了一定的这种好的作用。第一个城市的兴起，大城市的聚集，人口的相当于给你盖个戳吧，是吧，咱有自由流动的机会，因为承载不了，因为土地流离失所，因为没有特权，在征税徭役和相关的审判，他们那个时候还要经过审判，虽然那个审判很就是看记录也是特权阶级是吧，这个但是审判了之后你有问题，你脱离了土地，你对大城市去，手工业者能活，这个时候宗教给了内卷一个张力，把它撑开了，大家挤的不是特别紧。一个当然大城市的承载也有这么一个关系，那个书里记了大量的这种信息数据，写得很好。包括很早以前我给大家推荐，很早很早以前我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推荐的那本图猫记，我还是把这两本书找出来啊，图猫记和那本哎呀，三本书稍微提一下，《图猫记》，法国人的那个。其中很多行业协会手工业者生存的状况，当时的经济状况的详细记录，这本书很有意思。以及我特别推荐的这个中世纪的欧洲中世纪的生活，这本书很有意思，他写了宫廷、修道院、修士、采邑地区这些农民领主，领主中的农民生活等等啊，这些实际的产出是怎么样的，他们如何改变了那种卷，他们是在各自的小范围内卷，没有增量嘛，没有增量。这本书很少，不是，这本书不是那么出名，但是呢写的非常严谨，它全部是详细记录，详细记录就是德国人写的，一直在记录整个中世纪那个时候怎么样，
你会发现领主不交代，这个经济环境就向城市转移，你总得给他个出路。如果你不质的改革，最终最终不只是皇权和领主的博弈，皇权和领主的博弈只是个面上的现象，其实是新兴阶层假这个权力的博弈互相制衡。第三本书《中世纪的城市》，这个人比较有名，亨利·皮雷纳，他是一个学者，《中世纪的城市》研究我刚才讲的很多这种商业复兴啊，城市阶层啊，市民阶层的形成，《中世纪的城市》啊，《欧洲中世纪生活》。以后有机会啊，我把这本书写文章放在我们会员群里，这个内容非常好。这本书呢，你乍看它只是记录啊，它只是记录，它比如说什么十部努里阿里亚，这个是在这个什么最后哪里休耕，夏季耕种哪里耕种，然后土地被分成几块，三分之一冬季种庄稼，小麦黑麦，斯佩尔特小麦大麦，秋天播种怎么怎么着，七月怎么离地，他记录很多这种详细的，让你知道内卷是怎么卷的，内卷的边界在传统经济上怎么调整的，这个特别好，这本书特别有意思。当然很多人可能觉得枯燥，这不是中世纪的一个日记吗？或者说一个学者的流水账吗？经济先记流水账，先把实际情况记清楚，特别推荐。图猫记两个版本，这个版本可能现在买不大着了，这个很贵，现在二手房，二手房二手书有一个新的版本，大家自己去看看啊。图猫记，中世纪的欧洲中世纪生活，以及有余力的情况下看一看中世纪的城市，三本书推荐完毕啊，先放回去。啊，哎，这本书从哪拿的？啊，好，上面讲完了，大家，哎，对，感谢大家把这个打在字幕上，我还是蛮推荐的。将来讲希腊化时期，讲众神的时代，讲西方哲学史，不太敢讲。我之前总讲说咱的水平啊，对，我有强迫症，是的，我要把它摆整齐。才能给你们讲，我是不太敢讲那个领域的分析，看了书越多越不敢讲啊。不是对比欧洲中世纪事件啊，可没有影射这个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这三本书都很好，尤其是前两本《图猫记》《欧洲中世纪的生活》，真的很好，很有趣那个书。当然，这两个版本你可能都买不着，或者只有二手书。我再去拿瓶水，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今天聊多了，聊歪了是吧？本来讲那三个部分，又增加了一个书。啊，有学哲学和历史的朋友欢迎。回头是这样，我特别强调一点啊。凡是能一起探讨交流，或者你直接在这连麦可以讲，欢迎大家去讲一讲哲学。有能开讲这个的，给我一点更多的启发。我有的时候不知道从何讲起，就是以前那种笔记啊，一摞一摞，这个书就这一栏，这一片，就中间这一格，我指的这一格和。右边这边这些呢我都不太知道怎么讲啊，这时候才看见啊，痛痒，以后呢分享的笔记我会放到咱们的会员群里和那个叫什么知识星球，知识星球呢我只是在悄摸摸的在弄啊，这里有朋友推荐武大赵林老师的哲学史，有好的就给大家推荐啊，感谢大家在这里多聊聊，哲学是一个拓展思维的东西，思维训练啊。哲学史是承载人类
演化历史的一种解释的学问，真的是这么感觉。好，咱们呢一个是继续蓄力点赞，我不知道在哪里点啊，大家多多点点赞，加粉丝团啊，在这次直播他又给我出任务了，虽然我基本上没有怎么回应过他的任务，但是还希望加把劲儿。好久没播了，讲完了这期好像扯得一远了，一扯中世纪特别感兴趣，容易忘。你们还有什么问题？不用连麦了啊，打在文字上吧。再聊一会儿，我们今天9:30收场，嗓子不行，我也唱不了鸿雁。哎，对了，大家觉得吹的那段爱尔兰哨笛怎么样？哦，原来是双击屏幕啊！大家觉得我那个双击不是，我那个爱尔兰哨笛吹的好的都点点赞。这人说话什么叫卡都不错，明天看回放。但是注意啊，我提醒一句，爱尔兰哨笛我为什么不会吹，它跟我们传统的笛子它那个制式不太一样，它那个摁法不太一样，我反正没研究。西安这个事情我没有特别了解，有兴趣可以加了微信以后啊，发消息给我，我看看到底啥回事，怎么回事。哨笛很好啊，蛮适合大家没事吹一吹的，就挺有意思。养老金这个事情跟汇率一样，比汇率更长远，更靠经济的普遍发展。蛋糕只有大了才有的分，蛋糕小了自己养好自己吧。啊，这是我对养老金的回复。双击双击双击，怎么才能双击我不知道啊，大家多多点赞双击。然后咱们今天聊了这个，第一个是我回顾一下啊，企业处境和就业问题，聊了汇率问题，粗浅的聊了聊，因为我拿不准，因为有一些话题边界拿不准，用词拿不准。第三个啊，这还有去跳广场舞的，哨笛，爱尔兰哨笛我吹了一段，好吧，在 Michael 唱歌的时候。好，接着讲第三个部分呢，是我自己粗浅的一点点方案，包括解决消费和我们农村农业土地资源流转的和其他资源的流转的问题，以及降低制度成本、寻租成本的问题，主要就那几块打在一个法治，让经济可预判、清晰。然后健身不怎么健身，我爱运动，但我不会刻意去健身。还有人问统租，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统租这个事儿不是现在这种统租啊，系统的提供一部分便宜的租赁的房子，在大城市、比较大的城市和中型的城市，这都是有必要的。就是说，房子不一定要靠买，这个我特别强调一点，这是我们经济要未来要补的一个课，一定不能全靠，买房子来解决居住需求，这在哪个国家都说不通，都说不通啊！一定要有稳定的租房市场，不管你是去多运动嘛，可不就状态还好，对吧？不管你是去从私人手里租，法律保障，还是从公建的这类的供应量，你都要清晰的保障给到，这是一种真正的社会福利职能。居住这个事情跟养老一样，跟医疗一样，跟教育一样，它没有办法完全市场化。而我们房地产不市场化，只体现在土地供应的垄断、定价的垄断、税收、税费等等的，以及我们金融贷款的非市场化操作，
这些方面，那最该飞市场化的就是把租赁的保障是一直给商品房让道的，一直给商品房让道的，所以那是不对的。还有一个兜底的策略，就是我刚刚说要做的事情啊，那两个是我认为措施要做的，除了消费券，除了农村的土地资源指标流转，农业用地的集中，还有就是这个租房，这一点是公租房，不一定是廉租房，它应该是普惠的，向尽可能多的人，不管你现有存量去用，还是新增供应量，这个是应有的，这个是应该国家补贴的，好吧？就说这一块儿。但是呢，这块任重而道远。我给大家说，我看的数据，年年大城市都有新增的廉租房。统租不统租这种手段，我们可以统一管理，也可以制度化、规则化管就行，不一定非得中间加个中间商。你倒的现在申请很难，又有很多寻租的机会，就我讲的，动不动寻租的机会，制度的成本就很高了。动不动就这样，一个好事干了一半，成本很高了，不能普惠。总之干着干着，就是这根管道之外的人享受不到，管道之外的人给你讲市场化，居住需求怎么办？凭什么呀？对不对？好，哎，大概就是这样。而且解放户籍势在必行，对，解放户籍势在必行。城市人口经济流动向着经济收入效率更高的地方去集中，这个是难以人为逆转的。户口只是等于在提高一部分人的成本啊。也有问啊，提前还贷的同时捏紧口袋，懂吧？除了提前还贷以外，你其他的支出就控一控吧，因为确实现在国家没给大家更多的这个后顾之忧，你也得靠自己解决。我们的基建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均衡的情况下啊，各自应该有个灵活，就是社保可以，我认为是可以，就是基建的效率不高，社保可能不直接产生效益，但它会促进消费。地产政策急转弯这个事儿，目前看还看不到，还是要让它 L 型吧，拖着。OK， 对，话费套餐我都想改，我跟你那么讲，我都没有以前那么忙。好吧，今天我觉得差不多，我们就聊到这儿，大家再点一波点赞，加把劲儿啊！我们再过个十分钟我就下播了，感谢大家的点赞。泡在胖大海，今天聊了3个小时哦。等发钱有可能，就是不知道会发到谁那儿。哎呀，还得是我们的舰长啊，整天这一路。哎，武汉骷髅，感谢。哎，最后我叫化身才艺主播，三炮台市场。好，其实甘草也挺好，不光胖大海啊。我们今天聊的也差不多了，大家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我就这个叫啥，收拾收拾撤。祝大家端午开心安康，不管怎么样咱都可以。端午之后我抓紧录，今天的视频又没录成，因为来不太急展示啥，哎算了。下次啊给自己定个任务，点赞到一定数展示啥，对吧？咱再说啊，今天呢祝大家假日这两天稍微给自己放松放松，有啥事儿别多想啊。有什么，再一个欢迎大家去加我微信，主要是关注一下公众号啊，公众号的文章更新来说体系会充分一点。而且再一个，闲言碎语不让讲，以后它的这个内容会更宽泛，包括读书类的东西。我有一时候呢，如果有5个内容在会员那里分享，我会选一个到闲言碎语不让讲那个公众号去，把这个书的内容稍微系统的写一写，好吧？大概就这么个比例，给大家提个醒。
感谢大家的什么粉丝灯牌，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就这样啊，我们两个公众号，欢迎大家加粉丝团点赞，两个公众号地产圈下半场闲言碎语不让讲，不要忘了今天的直播说的内容相对还是比较干货的，不搞情绪输出，下次忘讲了婚恋的问题，这个市场还是要讲一讲啊。微信怎么加？公众号的文章末尾有我的微信二维码啊，关注公众号也及时的抓一批更新的内容。我的文章大多不是时效性的，还是知识分享性的和分析性的比较多啊，为大家发发声吧，好吧，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然后有兴趣的，另外再说一句，所有的严选读书会的会员加微信进群，你这样不会错过一些东西的分享，因为不是每一个都在那个视频里能讲那么通透啊，在那个音频里讲那么通透。好，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大家去关注一波公众号好了啊，再打一遍公众号，谢谢啊，帮我把公众号打一下，各位，这个叫什么？课代表啊，舰长啊，副舰长啊，大副啊，轮机长啊，鱼雷长啊，是吧？大家都地产圈下半场啊，闲言碎语不让讲，大家不要忘记关注一下。没关系啊，今天没有看到的大家也不要着急，包括没有看到吹爱尔兰哨笛，没有听到 Michael 唱歌的，先关注这两个公众号，地产圈下半场和闲言碎语不让讲，这个榜二不要乱讲啊，闲言碎语不让讲，跟着下看的让大家新进来都混淆了啊，闲言碎语不让讲，两个公众号啊，关注的话可以从后边拿到这个微信和进群讨论的机会，更多的文章我会发在那里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可以在回放中看到吹爱尔兰哨笛和 Michael 唱歌以及其他的干货分享，主打就是一个才艺，下次一定上链接啊。好，拜拜拜拜拜拜，还有这么多人在啊，下线吧，呵呵，那我撤了啊。